好，同仁，大家午安哈。现在我们进行第四十次会议哈。先请秘书长来宣读39次的会议议事录。宜兰县议会第18届第3次大会第39次会议议事录，时间中华民国105年5月31日上午9时，地点本会议事厅，出席议员黄定和议员等31人，列席议员县政县长林冲贤、副县长吴泽成、秘书长赖希禄等处级长23人，本会秘书长陈茂林等5人，来宾各报及各广播电台记者，主席林副议长齐山，记录吴信珍。主席宣告开议，报告事项：一、主席报告签到议员已达法定人数；二、秘书长宣读第38次会议议事录；执行事项：县长施政总执行及答复；执行议员吴秋林议员、江碧伟议员、林烈贤议员、黄建牛议员；答复人员：林县长冲贤、吴副县长泽成、李处长连贤、陈局长登清、宋代理局长龙田、文处长超顺、李代理处长新立、陈处长常伟、邵处长志奇。其他事项：县长施政总执行议员要求办理提供之事项列入详如附件，并请县政府办理。三位上午11时56分以上。好，请问议事录有没有意见？好，没有意见，存查哈。那我们继续进行议程，请县长、副县长、秘书长率相关及处长继续来列席。好，我们请黄议员跟杨议员来进行联合执行。好，请开始。主席、官长、各单位主管、各位同仁，大家午安。我甲23号的委约议员联合质询，今仔是进入吼。3.5天的上尾啊，一礼拜啦，可能大家讲嘛拢有讲过啊。但是头先副馆长甲我讲讲，这个本来就要不断改进，不断检讨，不断学习，不断哪有什么爱改进做无够的话，不断提出这个质询，这是。副馆长的理念拢真好，我逐摆呐副馆长讲话，我拢甲捡起来，金玉良言。今仔日吼，有两条啦，甲咱民生切切相关，甲宜兰县民有真相关的。第一点就是，馆长啊，可能你只即阵吼，利用食饱时间看。下昼、中昼的新闻，早起吼，所有全省的地龙，包围立法院，包围个行政新院长所处立席啊，立法院报施政报告，拢无法度就台，故作一再，甲下昼2:30，再不过重新去往回立法院。接受总咨询，但是会进行未进行，我唔知道。但是对美猪这第重点就是讲胃健康，吼、美猪有瘦肉精，是不要美猪。第二点，因为美猪进来吼，目前落低农嘛过了真艰苦的生活，美猪进来更加的冲击啊，所以今日可能这两点是。抗争的主体啦，但是听取习近平报告时，我有请教馆长，到底宜兰县要不要反对美猪？馆长对这点无答复，馆长是讲，我们反对那个瘦肉精，我们要零检出了，但有民进党执政的管区，像高雄。甲即个讲话，
馆长嘛讲来，起来反对，讲不是反对说美猪而反，同时要也要反对美猪的进口。啊，对这点，我首先来请馆长较明确做一个说明的，以上。台湾主席，感谢咱游泳员的指导。我讲反对瘦肉精，我们要确保咱的国民健康，咱就是瘦肉精零检出。因为游泳员讲的，基本上即马美国牛、美国猪，也是世界有关的这个猪肉，其实拢有进口。你即马伫反对，基本上你嘛无法度突破这个 WTO 的这个限制，所以大家伫防止的是讲。后一个阶段，若阁继续做这个贸易谈判的时阵啊，无牺牲咱农民吼、哦。我想即马有关的这个抗争，拢是因为最近新的主委啊，伊讲可能伊嘛无能力通啊抵抗啊，这个含瘦肉精的这个美国的猪肉的进口。我想对这个部分啊，咱既然关意向，咱就是我再去就记一个上简单的咧，有意愿上清楚。啊，你嘛该主亲讲咱既然关。长久以来，国家有标准之外，咱对环保的标准，咱嘛拢加严嘛。咱用这个同款的理念、同款的做法，所以我咧遮嘛再多安尼来讲，就是讲，咱本来就伫桂花之前有通过一个饮食健康管的主题条例，咱有一个发条便便，咱如果大家认为讲啊，咱都因为饮食的习惯，咱食猪肉较爱食北来啊，甲食一个肉皮，所以。咱对这个含有莱克多巴胺的这个瘦肉精，为着顾及咱国民的健康，咱要求零检出。所以我有甲咱桂花来做一个真清楚的宣示，讲咱伫后一次会，阮就会伫卫生局，伊的饮食健康及自治条例来修法，咱送来议会，予大家通过。以上。多谢馆长，馆长头路，我哩。讲的重点，头落一点就是瘦肉精零检出，一种就是讲猪农的这个长期来饲猪喂业，啊，这个会冲击到伊民生的问题啊。啊，我是讲，管到咱政府呐，中央政府呐无谈判，啊无入来，咱地方政府嘛无权啦。咱同时，咱的司法条例来定欧严，这当然啦。啊，所以猪农影响着民生，猪农的行业，这我相信咱地方政府也无权啦。但是我讲唯一讲始终在讲的讲这代志，就是讲太多问题。咱宜兰管教对这点诶无的权，但是咱买表示在宜兰管教会看法的。感谢议员。其实产业的部分啊，对宜兰县，咱基本上咱的这个畜牧业吼，咱因为咱肉品市场咱管的，你看咱一年咱差不多差，咱家己在地饲养，还佫差一半的数量啊。就是咱家己现主食的养殖场，吼、哦、养殖场啊，咱宜兰县民爱食迄个温体的猪肉，所以呐，目前对咱在地产业啊冲击较小。你不管有进口无进口，咱宜兰县现主持的养殖户本身的困难，佮是一个重要的课题，就是环保的问题嘛吼。我想咱文艺员嘛知影，咱伫宜山、东山、甲五结啊，拢有这种臭异味啊，大家反对啊，是嘛？这个环保的代志变来处理，所以即个咱副馆长带领即个北澳的考察团特别去丹麦，就是要看。因为畜牧业安那会当伫环保啊，甲饲养的技术当中会当得到这个确保，所以咱即马优先啦吼。我首先委员嘛上关心就是讲，咱安那种只哦低塞米的这个代志啊，会当有一个好的处理，帮忙咱的畜牧业。即马就是咱养殖户，那如果无咱这种技术甲配套的辅导，行做宜兰县养殖业拢无法度伫咱在地生存。哦，免讲开放啦，吼、哦，所以这个部分大概，咱的课题甲中南部课题较无同款，因为咱的无够的低价，拢差不多伫台糖来啦，吼、哦，差不多伫中南部，所以那因为员工关心着啊，这个农民养殖户的这个权益，
大概咱这个畜牧业，咱县政府这边农政部门也有几个配套的措施要来做，安尼才会当予咱这种推广观光、推广咱在地的地产地销吼，这方面咱谅解会到。啊，我相信这个部分啊，咱伫推广的这部分，因为咱既然县民爱食温体猪肉，即马目前伫观光顶头，咱所啊这个卖现有的这个肉品，也是加工的部分啊，拢有得到较优势。所以这个部分大概，咱会当运用这个优势来去做这个准备。所以顶刚啊，贵会伫提这个专案报告的时阵，我有特别来讲，就讲、是、咱如果有定一个较严的标准，因为咱台湾本身猪农本身袂去掺瘦肉精，咱猪农啊，拢是饲较好的品种，以宜兰县养猪哦，较爱饲乌猪啊，所以若安尼，咱用这个优势来解决咱家己本身面对的课题，安尼我想对他拄啊杨议员所关心这个代志啊，应该会当得到较好的处理了哦。你看者，我咪在行咧，你咪看头前，你咪看我者。那个主席哦，馆长哦，副馆长啊，秘书长甲各局处的处长哦，各位同仁啦，大家看完哦，馆长啊，杨议员的意思就是讲，你有要反对美猪这个问题无？这个真重要。你即马地方卫生局来创处置条例，啊，结果我甲伊讲，中央若同款进入来，你敢会使抵触着中央？你嘛是无效啊！中央是管地方的俩，对无？你吼、哦，馆长啊，只有来讲起来，你顶改就好啊，顶改化解的是，对无？国民党伫执政的时啊，头一个反对突击的，就是你，迄拢还佫大，还佫有政绩迄条，就是你共反对突击中的，民进党的党团嘛伫反对美猪之外，反对瘦肉精。吼、哦，拢同款。啊，你即马，我就你反对瘦肉精，但是我讲，甲拢几百内底吼，分辨哦，真歹分辨啦啦。馆长，你卖讲安尼啦吼。咱即马杨议员的意思是讲，彰化人北关区的都有人伫反对，徛在农民江边，要看你有要徛到农民江边无？只有安尼尔啦，唔是要搁听你讲，你著口才太好，我较早就甲你讲过啊。你我著讲输你啊，你听无？对无？即个安尼尔，你有要反对无？哦，要为农民无？为养猪户无？啊，一句话要为其他人的健康，你有要维护无？对对，安尼就好啊，对无？你讲讲啊，济我时间来占了了，你知道？感谢文议员，我都已经讲个足清楚吼。如果你若去网络即马查吼，足清楚就讲，第一，咱即马到底是要反啥？爱讲个清楚，咱绝对反瘦肉精，因为美国股，我你都头拄讲了重点，我那阵反对嘛是无效，已经开放是吧？但是因为咱的反对，然后我们要求那个标示，啊，大家都清楚，哦，啊，我要承担迄个风险，我会去食，要食美国股的，去找美国股的，但是咱即马宜兰县呢，即个。牛肉面啊，也是咱即个所谓制品啊，差不多拢是买澳洲，吼、哦，澳洲较侪，因为日本袂使即爿嘛，拢差不多是澳洲较侪。所以你头拄讲的即个部分，其实美国猪肉即马伊嘛有进口啊，伊毋是讲即马未来谈判再进口，是咱即马严格无爱互伊含瘦肉精的进口。所以我讲我反对含有瘦肉精的任何肉品，这才是咱的标准嘛。讲过这些哦，无采时间啦，吼、哦！你讲要叫卫生局提出处置条例啦，中央若进入来，你嘛无人发啦。你敢会使讲无？我宜兰国，我唔是台湾国，我唔是中华民国，我宜兰国啊拢卖安尼，你敢有法度？无可能啦，对不？但是最起码，咱会当互咱的国民知影，国民知影，瘦肉精，那起码咱宜兰一定爱。爱真清楚，咱都是希望伊卖几百。馆长，啊，你有法度亲像，比如讲像彰化，人爱我反对大地，对哇？有几啊县市已经反对大地，即卖今日伫抗争个人啦，对不？绝对去日本伫抗争啊！因为太阳花迄讲，大家拢无代志啊！啊，即卖对不？甲无代志咯，准你讲，猪肉伫销，菜地也卖销惨个，你知无？对唔对？即句你听有无？啊，对不？
哦，这因为即句你听无，对只问副馆长啦，副馆长比你较济，绝对会知影啦，吼、哦。我、哦、你讲。主政报告的时嘛，是一直问这个问题。头一点就是讲反对美猪啦，哦，啊，咱今仔个问嘛是哦，讲到也是真无答啦，哦。啊，我是讲，那既然讲坚持哦，林检处的瘦肉精哦，这个情况下坚持啊，啊，主题条例咱嘛爱定啦，吼、哦。当然中央这嘛还未开放。中央标准啥款，咱嘛唔知。但咱议员关坚持咱的关键，都过去你以往都林检处这个是把它管掉哦。这个是一定爱防线爱敲掉，袂使都过。你嘛大白讲，最近无把自治条例上来议会了吼。咱教育迄时在专案讨论来行吼。好、哦、啊，即个第一点吼、哦，今日嘛加都好啦。11:50啦，冲州鸟的护航海巡署护航船吼、哦，都转来到高雄啦。迄只报纸有写讲冲州鸟即马放弃这个巡航啦，吼、哦，不予啦。啊，冲州鸟嘛知啊，靠近咱遮真近，还佫伊样关南摩乌啊，遮个渔民作业啊。拢伫遐真济啦，啊，所当其中就是咱的渔民啦。如果中央若唔赋予的来讲吼，啊，咱的渔民如何来保障？啊，接受这个安全的条件的时候，有什么替代方案可行性？请管教你说明。啊，大会主席，感谢杨议员，我相信杨议员。啊，对，虽然迄是外交的这个部分啦吼，因为这拢牵涉到这个经济海域，但是台湾啊，尤其是咱所有甲这个头城一挂渔民啊，咱的传统的海域，就是传统掠鱼的这个领域啊，其实是甲因定塔吼，过去拢伫啊钓鱼台附近吼，啊，其实是比他拄啊你所讲的这个冲狮鸟的这个范围啦吼，啊，有一挂这个。这个小塔的所在，但是咱这个关键啊，因为咱这个咱所区议会陈理事长才跟我联络了哈。咱今年以乌暗城哈，乌暗城是洄游性的鱼类，掠的数量伫去年开始，因为咱去年嘛，因为这渔民去钓鱼台海域去抗议嘛哈，然后才有迄种台日渔业协定啊，日本放宽因的经济海域，给咱的渔船啊。啊，搁深入吼，啊，所以咱那如果即马要甲日本伫谈判，那咱既然关爱去坚持的，就是讲即马中央马上有台日渔业协定，啊，我嘛甲贵会报告，顶工谢长廷驻日代表伊伫6月7号要上任，我嘛甲讲去头一个代志，可能咱都爱甲即个处理好，啊，你变做头一任的。驻日代表阁是行政院长级别吼，所以那处理以后，照你讲啊，以被授予的这个任务啊，应该这个是一个重要的任务。所以最近咱都要阁启动第17届台日渔业协定，咱嘛要求最起码吼、哦，最起码维持现有的经济海域给咱掠，这是咱的底线吼。啊，咱为着咱的渔民，我相信坚持这个底线。安尼，咱就会当确保咱渔民的权益，吼、哦。以上。当然，馆长，你讲真好啦。因为去年哦，钓鱼台附近经过渔业协定，大概拢无代志，真平安啦。所以去年乌暗症啊，透露度也较济啦。啊，今年要更加济啦。啊，我是讲这个渔业协定这吼、哦，就是爱靠咱中央政府外交啊，落。甲渔业署因为主导啦，但是咱今仔就是讲，我先来问着这個，头路啊，馆长啊，你讲头虾甲南乌啊，即个作业的渔船拢伫钓鱼台，还是冲出鸟家作业，首当其冲就渔业管理嘛。所以渔业渔民的保障，我唔知甲馆长提出这个问题。哦，如果那
谈判真顺利。啊，有当时啊，谈判了，有一挂代志嘛，毋是咱所想的。像这个因素引生，引起发生这个作业发生这个安全的问题，这咱要按啊如何去保障，甲如何有替代方案，这个是这个问题。因为咱嘛无法度讲，哦，踮这国际吼，经济协议嘛毋是讲你一成不变，讲好就好。无南海也是安尼，主权的代志是安，不喜欢做有冲动的，有当时小可啊就发生冲动啦。所以我是该讲，管理行为咱宜兰县父母官对宜兰移民啊查断美珠的问题，都、就是我今仔就是叫请管理做一个明确的表示安尼。过来吼，这拢是呐，这几工啊代志，有关这个时关问题，贵国燕麦报纸电视拢在看呐。啊，讲这有农药残存呐，啊，所以今麦一挂朋友甲我讲，阿达海啊，啊，长期来伊都较不爱食糖分，也拢食贵国燕麦。啊，即个拿安尼，但是要食啥？啊，贵国的。诶，这个系列所产生的食品，拢真济咧。也阿达遐也未使食，遮啊，这个也未使食，无哪处理。啊，有一个讲甲真严重讲吼，我比如讲啊，有一个贵国拢下架咧，我要下架大一部分，因为贵国的产品足济，啊下架大一部分。啊，宜兰县到底第一点要请教县长，贵国。这个燕麦到底有农药残存的成分，是第一点。爱讲予咱的全民拢知啊。第一点，如果啦有，我们咱有采取具体行动、紧急的抢救，有没有实施检查？吼啊，甲这个下架这个问题，这请管长做这个说明。好，哎，谢谢杨议员的关心哈。其实，迄个美国燕麦呢，在台湾吼，因为咱台湾无生产这个燕麦，那台湾的贵格呢，他们的生产是从澳洲进口。那澳洲的话呢，他们的是 0.1， 但是美国他们容许值呢是到30啦。那所以说，咱台湾呢贵格，台湾的在地的贵格公司，它的生产的原料是从澳洲来的。那所以说是。那 FDA 呢，在第一时间已经澄清了，就是说台湾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有一些厂商他从美国进来的，我不要挂追回来讲的时候呢，因为美国的安全的容许值是到30，所以他们才检出。但是他们检出的话，他只是说有检出，但是还是没有，还是在那个安全容许值的里面。啊，针对这一点的话，那 FDA 呢，在第一时间呢，他们有出来澄清，然后也要。我们设定就是说，台湾呢，我们也要设定我们的安全的那个容许值，会继续在做这一方面的设定。这样，我是讲，叫你这伊就即马就人心惶惶啦。我希望讲报纸电视即几工啊有弄有。有，我们也有发新闻嘿。对。好、哦，啊，我是讲，咱在主管单位，咱应该啊，咱全民放心。像你头路伫只本位讲，应该。你报纸也袂替电视，嘛爱做一个说明，予咱这个官民呐、啊，一个因是对贵国燕麦这个疑虑啊，是能够更加我来跟他讲啊清楚，地位啦，是地位更加增加，啊更加清楚，啊更加安心嘛，是请你做，是我卖场我冇去损，啊。卖场这方面我冇去试试。你要甲百姓讲啊，是你爱得媒体这边较发达，网站网络这边较发达啦，电视拢较发达啦。你爱底下讲，红讲个安心，但你不能不讲进程哦。爱唔是使讲个咱讲咱家己的思考，看对中央对贵国吼。哦，你讲检验局、食品局，还是你个食品卫生界吼，快内跨环，未使讲咱宜兰县卫生局做这片面的答复，哎政策未使像讲农委会
主任委员呢，赶快翻来翻去，翻来翻去，吼、哦，这样恰恰在这里答案。是，我想真感谢杨议员的提醒啦，吼。如果所在咱也无钱，较注重养生的吼，因为食燕麦大部分拢是养生的人伫食较侪啦，吼。啊，而且这族群真大。啊，你若讲大家食养生，佮去经着含农药，啊，这是低草剂。基本上，咱既然伫禁低草剂，就差不多有这个看法啦，吼。低草剂虽然伊是微量含硫，但是吼，残硫累积到一个程度，对人体也是有危害。尤其咱地癌这类些，大多数拢甲这个农药有关联啦，吼。所以这个部分，老局长，咱会当做可较细致的资讯啦，就是讲，咱卖像过去这几年发生的食安事件，蹦一项再讲一项，蹦一项再讲一项，其实对大家。消费者来讲啊，一旦讲到尾来说变作唔知要食啥，所以应该是讲，起码如果是这种冲泡，吼、哦、冲泡甲燕麦饮品有关呢，咱应该拢同齐甲这个资讯讲个清楚，大家伫见，该见个清楚，因为大家这种每天拢爱食个物件，虽然这不是主食，但是对一般的这个中老年人来讲，这个算是主食的一部分，哦、所以用完这个提醒，我再过来加强吼。反正哦，咱宜安县是，顶摆我嘛甲你讲，北管区这个土壤叶瓦红浅树区啦，啊，这个土著的异化唔是可嘉啦，因为地球上吼、哦、有台湾都这個土著这异化啦，啊，我是讲吼、哦。这主要是爱拖一改良啊，拖一评估啊，加强建筑，加强管理，加强这个施工，吼、哦，啊是对这个品这个品质的咱该管植物，需要在这个审查叶瓦地区啊，该定这个法令啊是自治条例来，迄、那个为需要开的严格的审查。啊，严格诶，主题条例来，啊咧，早都防疫啦，吼、哦。但是我头先你讲，中央政府即马拢提钱来去补助叶化地区诶土著诶，即个叶化评估啦，吼、哦。来去补助即个维修，来去补助拆除啦。但是这是。上重要，但拆除了你要建啦。管理委讲在施政报告嘛，你报讲最主要还是要都市更新啦。但都市更新是足好诶，你起来老旧房子不宽一年三十年，还是就二一大地震之前，这拢是爱更新啦。所以，但是这个更新较好，唯一就是可以更新了对宜安县这个整个环境、整个这个繁荣这东西更新了，焕然一新啦。但最主要，你都市的更新嘛是管政府实施的这个政策之一啦，但是。讲真紧，不做真慢。这位刚刚电视还搁在写，甲过去两三年前电子户同款，今日跟都市更新，个人有个人的看法。有的是讲啊，你一户两户，你电子户安尼来妨害人，一整个带都这个共同这人的权益。啊，有的是讲人伊的权益都他维护这个人权的问题。所以我讲，在目前法令无修正之前，要实施都市更新啦，很困难啦。唔是讲宜安县无案，北关市嘛无案，你若无相关法令去修正，迄拢空谈啦。管你要做，理想真好，但会面临这个大诶阻碍。这点请管长你做一下答复。大家主席，感谢杨议员的指教。
那呢，防灾型都跟防灾型都跟确实会拄到咱游泳员所讲，伊现有的政策工具啊，大概你是不是有够诱因吼？啊，甚至有一挂障碍排除，咱可能爱有一挂政策的配套。所以这方面啊，即马啊，计划处诶，咱的建设处这边啊，已经伫做初步的规划。啊，这部分我想这个应该咱副馆长算比较较内行吼。啊，这个专案，我会请副馆长专心来定，因为目前中央啊，新的这个部长嘛，开始伫做这个工作。哦，啊，这本来因为原在这照你讲，原来是爱国副馆长去做的吼，所以即马伫咱家先做几个试验案吼。啊，第二对着咱现主持的啊，这个相关啊八十年以前起的这建筑物吼，那无够安全，按照咱的评估哦，会当申请这个检验的啊，再去建设署报告啊，安尼差不多将近3200吼，啊，差不多爱分5年啦吼。不过咱卖讲单价检验，像地动，像咱中岛都过一个地动吼，即马算今年算一个火药期啊。即、这个碳这两阵啊，大家较有即个敏感度的时阵，我想即个安那划定区域，安那宣导即个民众，互因主动来变作是一个较积极，来做一个对应。啊，咱县政府这部分的对应的政策嘛，紧来甲提出来。我想安尼对当啊，即、这个双轨来进行吼。啊，至于讲现有。对着较危险的建筑物，因为那联动式的早期的这啊，这个集合式的住宅，我感觉这个部分啊比较较优先爱给因做啊，这个考坑吼，所以这个部分咱拢有选择对象啊，而且请建筑师工会甲结构技术的这工会啊，会当去给因辅导啊。我安尼来讲，咱分做三个面向，安来加强来推动。但是这个我头先一直强调讲都市更新这个问题啦。以目前案例，不实施都市更新，艰难突破，法律无修正，这对管道这唔知啥看法的。因为我讲的这个部分，咱大概是惊讲，起码目前的诱因其实也无够。哎，你如果你若讲就现有的用。容积建蔽啊，要求伊讲个框定范围，这对住户也是讲对未来开发者来讲，伊无迄种动力。所以这个防灾型的都更啊，应该要有甚么款的将来政策工具，咱无可能去甲补助钱嘛。但是咱政府这个地政手段同款，我会当有一个将来这个做法啊。这个部分我想这个紧乎这个建设署提出来，因为咱宜兰县普遍的住宅区甲商业区。容积建蔽，咱拢比较压较低嘛。啊，咱会当用这个政策工具来做一个研究。啊，只要以这个所在交通甲伊的这个啊区的条件，那符合咱的政策的工具啊，咱安那来做一个较大的幅度的一个奖励、哦。我想这个部分倒是可以来啊尝试看看。但是这个办法，奖励补助这办法，当时啊也提出来。安尼啦，这个案，我伫遮安尼甲贵会报告啦吼，因为阮可能嘛真关心，我请副馆长主持这个专案，啊会当伫近期来吼，三个月来啦，互贵会有一个进度表，吼，有一个进度表。宜兰县目前要无都是跟的案吼，无啊，伊咧你讲个贯穿的呀。迄个唔是啊，迄都唔是甲这个老旧甲这诶灾损的问题啊，我还无同款咧。那咱家己政府办的这种，那讲要较先都更是算多一个案，较先都更是化龙，也是咱铁路局。都化龙新村，都、就是化有。咱政府家己办的框定啦、啊，那个是类似的，但是也不完全像啦、啊，都、就是咱的起码，那个旧的县政府对面迄地嘛，化龙一村，啊个火车头头前的，哦，这两个东西嘛。我即摆是讲安尼啦，既然要定这个办法出来，较肯定，啊定了吼，较肯推动啦，
因为这地震吼真频繁，啊个真火药。你反正今日这么讲，下晡明仔载就阁发生啊，这是未使等的吼。管你然后有不强力来推动这个代志吼，咱的速度吼，这一定要紧啊吼。过来我。我剩啦，剩六分吼，啊，来来，我讲一寡建设啦吼。第一点吼，我顶摆顶机会有提这个永祥社区啊，对闽南较好讲这个，迄底啊接有600户，啊，比一川要搁较济啦。但是迄底啊拢独立自立免付啦，遐拢无一寡活动中心嘛，就袂少老人。安养院的中心拢无啦，但是所以讲真不方便，不管是雨天、无白天啊，还是讲机会，拢无法度活动啦。内底吼，咱社会人嘛真济啦。啊，我想讲顶次来馆长你甲我讲，讲那土地无问题，吼、哦、啊，咱就会使来研究考虑啦。啊，已经当嘛接久啊啦，吼、哦，哎，百姓一直在欢迎啦。所以希望管长讲，这个土地都无问题，咱迄个有一个塑胶用地咧，迄个用上啊，都咧硬币迄个吼，哦，较早拿准用插电去搞迄个吼，迄都有这个塑胶用地啊。所以咱即摆我嘛甲公所，也干嘛甲消委处诶，大概伫检讨，快使讲用新建村集合所。也是讲，这个社区活动中心，但是这社区活动中心英语都已经有啊，这开头。即个想的我要就是讲，看我都从多功能社福大楼这个空间来争取中央到配合来兴建，请馆长你做这道。感谢议员的指教吼，基本上议员关心应该是迄算顺安都市计划范围内底啦吼，啊，迄拢开发许可的，啊，大概咱开发许可侪啊，大多数公共设施保留地有一部分是管乎公所管理，啊，大多数是伫管政府啊这个管理嘛吼，所以咱迄个部分啊，应该也够基金吧，吼，应该基金还有吧。那个是在城乡基金里面是吗？那个城乡基金的建设处，就是那个顺安都市计划的开发许可证，那个在哪里？城乡基金的，哎，也是无伫顺安都市计划内底哈。哦啊，所以那个你们那个没有基金缴纳。哦啊、所以你那个，我如果来讲，咱顺安都市计划内底就较简单了吼、哦。啊，所以以这内底公共设施，纯社交用地，还有公园用地无？公园用地嘛有。嘛有，其实以往过去啦吼，伫罗东的咧，如果你即马社区活动中心已经起了嘛，啊，会当起一个公园管理站啦。哦。哦，这个部分倒是这算啊，迄、那个用地算上帝管理的。目前是公里处在管理还是公里处管理？管理问题你唔爱徛起，虽然有够无礼貌诶。哦，唔要紧，安尼啊，因为员工这个案啦吼，迄大概都是名门社区的边啊，迄两个大的空间嘛吼，迄两个大的空间，安尼这个部分再请罗秘书长啦吼，罗秘书长你再甲迄个这个乡公所啦吼，啊去会勘，然后去甲这个用地处理好。啊，咱最近其实顺安吼，因为咱顺安，咱的东山乡啊，顶届甲即届，咱是起上侪社区活动中心啦吼，啊，使用率嘛拢袂歹，就是希望讲幼儿园你爱辅导，因讲爱成立啊，即、這个类似因即嘛拢两边的管理委员会嘛，爱去成立一个人民团体，吼啊类似伊嘛是因为你英语真快嘛吼，英语大部分所拢伫。因个活动中心甲庙迄个所在，啊，即个人较无过庙迄边，所以呐，安尼来讲，因即个部分嘛，当变做另外一部分啦吼，另外一部分人口较密集嘞，啊，即、這个社区营造，安尼来讲，连讲咱要起即个硬体设施，
你最主要是卖变做文字馆啦，吼，啊，遐会当互因使用。我想这个部分咱再来辅导啦，吼。好啦，迄人先直接使用你资管啦，吼，哦。过来吼，楚新华德福，咱他妈知啊，这代表着楚新华德福代表多元教育啊，吼，实验教育啊，公办民营，这个成功啦，吼。他现在不仅说在台湾吼，其他县市的榜样，就花莲啦、高雄啦、台中、桃园拢来加我啦吼，深入大陆拢组团啦，一组团来半个月来加我啦。这就是讲，楚新华都以没有到有，啊，即嘛为咱宜安县吼打开知名度，即嘛拢人讲楚新华都有去个世界各国去，大家拢讲一级棒，办到真成功。啊，当时哦，问题就是你成功，什么代价？这个吼、哦，学生啊煞客满，学生啊讲落籍生出来落籍都爱，户口都爱落在中山啦。啊，所以讲，今仔日少子化，大家学校拢咧欠学生啊，伊啊阁安那办嘛，办未入去咧。啊，咱当时哦，当时第一期国小的规划是十二间教室，过来十八间，到今仔二五间，即个明年我看啦，佫上班的是佮33间去。目前当时十二间的规划，内底是一般的教室，佮即个专科教授，今仔佮专科教授提做一般的教室，使用率真悬，但是即个侵犯到学生啊的使用空间啦，学生啊。伊那歇困嘛无这空间，啊学生啊不劳作嘛无这啊其他艺术音乐家也好娱乐各种诶专科教授，所以我希望馆长吼，咱较答应讲吼，这自己方面教授要甲起。也是要加顶头加证件来解决这目前拥挤困难。啊，我是讲第一点，但时间也无了。第一点，希望吼，今年对二期这个风雨教授的新鲜，一滴汤啊吼来偏先偏经过一回，因为规划的时间遐长咧，吼啊偏落，咱再逐步看这个经费。要可以有当啊准备去开放时间，这是以华德福的家长甲华德福这个下的期待。第二点，对真感谢馆长，这个时候这个实验高中的成立，过来国家找师范高中的老旧教授加以费用，但是今仔这也无够，大家今仔一年啊上班。要甲这附近东山国小做成就占就这个教室，只要发展到风风雨雨，所以我讲一个学校叫名，但规模歹看。洪来嘛讲，啊，你都办学品质较好，也晓名，结果也无这下，这咱嘛真无这个面面。我是讲。第三期、第二期的学区啊，真文局长在讲，讲内政部呐同意吼，伊个是国中用地，就文中山嘛吼，所以迄个啦，迄、那个啦同意的时吼，个内政部啦不准的时，也、我请馆长吼，嘛继续赶快甲二期的风雨教授来编制规划会。啊，请馆长积极支持，以上。不好答的。啊，答就好。馆长，你答一下较短，短短就好啊。不会答。不好答就好。不会答的，不会答就算了。不会答的，卖不答。好的，非常感谢我们杨议员对于慈心高中的一个关心。那目前这个整个案子我们都在牵办当中，那当然。
有关于第二校区的部分，正在等内政部的一个公文，等到他的公文来确定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当然就会按照您的一个指导来执行。以上的报告，谢谢。主席哦，馆长、副馆长哦，秘书长各局处的哦，在处长哦，各位同仁哦，馆长哦，我来请教你哦，咱宜兰县目前来讲哦，第三方向做得好啊歹，你也赶紧结束啊，讲者。第三方向做得好啊歹。大家主席感谢王议员的关心，我相信你住伫宜山乡。咱差不多四边拢转山了吼，咱整体的第三方向，应该咱拢是照过去的基础安尼的标准的执行。关键话，咱即马该讲吼，咱即马讲吼，我问你讲好啊，歹就讲好歹，拄啊卖搁牵你遐去，安即干干。无啦，因为好歹，好歹袂使阮讲嘛，袂使我讲，你应该讲就讲。有够，来你请坐，我替你讲。第三方向这个工课。是什么时代做的？你有了解吗？对对，安得话。哎呦，应该安尼讲啦吼。我应该关心的是讲，咱整个的第三方分做两个部分，一个是山坡地的管理，第二是河川的治理。河川的治理，若讲咱一般来讲，下游有水患，顶游一定要先整治嘛吼。所以咱伫相关的。主要河川的征地，基本上这拢是延续的计划啦，吼，这拢是延续的计划。你讲要算多一条，你当时做计划实在是不要安尼讲。我讲的较直接啦，你请坐，吼、哦，咱今仔日吼一定爱知讲过去啥人做的，对咱宜兰县有达到咱各大家留念的，第三方向做遮好。其实是拢伫倒来，你唔捌，可能你唔捌入去啦。咱若入去深山那来内底，尤其是愈坑啊愈入去内底，有遐南沙坝，遐拢上做诶，遐拢李鸿明时代做诶。我讲一句话，拢李鸿明时代做诶。李鸿明即目前88岁，哦，人伊迄个时代都是啥？是安那讲？咱台湾全省。土石流的宜兰算较少，算会使讲统计的所在，都是啥南沙坝做足济。但是这咱爱全民爱了解，了解过去第三方做遐好，是李鸿明时代、蒋经国的时代。你会知影过去咱宜兰县统治差的都是啥后壁洪灾，宜兰县真正是灾区，足凄惨的，因为你较少会。应该也较唔知影，阮这年纪，洪某兄的拢甲阮差不多较共年纪，拢了啊知影。咱爱知影，所以讲第三方向当时的事会做较好。第三方向做煞了后，做啥？河川建设，对不？东山河，对不？台湾出地，起码李鸿明做的俩，对不对？你回答者，是不是？来。因为委员要问我这个这么长的历史，我是无法度讲个真清楚。对，我嘛无时间来讲个济啦。但是东山河地理，东山河地理的总体规划啊，已经超过30通档了吼。所以阮家的资料大概拢是伫。安尼我甲你讲吼，迄、个工程师或者单身啦，吼、哦，单身工程师啦吼、哦。所以讲，咱今日爱知影，知讲要讲这个。第三方向做较好，落来做这河川建设，咱这个东山河、台湾处地这拢是李鸿明做的。伊了后，伊才做，伊了后，这绿美化，才陈定南来接来做。所以讲，大家拢在讲啊，这个是啊，东山河啊，陈定南做足水的，啊，其实是上做的。哦，咱一定爱知影。所以讲，馆长，咱来继承。前的馆长所有做出来的工课，咱来讲继续过去完满。你以后人咪甲你认定，你林创元馆长，你的建设做得到位，爱何人会当提出来讲？像李永明的时代来讲，第三方像阮加减还阁有听人讲，还阁知影。你来讲以后，人嘛爱留一个名，讲你
到底做伫倒位啊？爱互人来甲你认定。我伫遮互你了解一下，咱山下观光道路来解讲一个单白者，结果是安那样啊？下伫水尾啊，做迄条套路来雷公边这边，迄句是安那讲？咱五十 K 还未征地，当时是老秀贤馆长，伊讲我要给做过了哦，无多。五十 K 还未征地，你无法度该做过，因为五十 K 若无处理好，咱无法度做过。但是即马五十 K 已经处理好啊，咱定伫讲山卡观光道路，结果咱目前咱嘛还未得做，咱嘛还未得做，咱嘛未你。计划出来来讲，金门伊嘛无这个规划，讲啊要做滴迄个所在过。但是有这个路地，我是讲拜托馆长，你爱滴个人来，看会当甲这个工课去做完整。何以讲咱山脚观光道路，通个直接透葫芦岛大桥，透罗东将将这边过来，要透雷山买晒，要透这边买晒，才后盖咱这个东安公园来开始。咱唔知袂滴内底伫遐拍金牛形，你会看我怎么看？对对下就好啦，今日下头较轻松啦。好，你就好啦，袂啦。佮明，我讲无，我要叫你答的，你即摆是咧讲啥？你我无叫伊答嘛，你个馆长你哎，对哇？哎，大会主席，因为委员我现在要请伊答对讲，即摆无钱。我来讲，你只答，主要多少进度？你讲话先。馆长，你请坐，我替你答。我前几天，我甲伊讲，处长，咱来去看，看咧路底，结果又甲去，派因副处，副处长，搁一个另外搁一个科长，结果甲坐山顶就去啊，唔知道位啦，我唔是伫遐啦，结果是伫遮啦，结果伊真正唔知啊。委员，你嘛不哩坚持啦，逐机会你拢有讲起啦吼。啊对啊，啊我即马应该讲，唔是啦，你若赶紧做，我就免讲。袂啦，因为我都顶天甲你报告过啊，讲上困难的就是五十 K 迄站嘛。哎，阿兄，你即马五十 K 做好啊？对，啊即马，咱即马迄个征收嘛，征收是吧？咱即马迄个路人已经伫准备啊嘛。即马做落去就是做咧辟新疆吼，迄个庙后。甲三木庙庙后，这条代志拜托我。我所以讲，你这段吼上上内行，就是。那秘书长会上清楚嘛？对吧？你讲的迄个时代，伊嘛拢有参悟啊。对，所以连江是爱拜托你带伊去会勘。拜托你做的吼。哎，啊，你请坐，你请坐。咱哦做代志吼，爱做者讲，啊，社会有交代，我真正你去看，我无你计较人流杀人，唔在使。你即马，咱即马讲，咱的县民大道，县民大道落来了后，就拄到啥？中山路、国贵路，迄个什么路？南丰路。南丰路，你去看，当时人即马拓宽啦，拓宽做来个哒。南丰路，这个伫中山路拓宽已经做去个哒，做去个进士路，对不？迄只块叫进士路，过过了后，又过细条呀。馆长，你敢目睭敢无看？结果迄个所在上做，这段上做，一路在场，还过还有伫遮上班嘞，议员嘛拢知，迄是李国华做的呀。啊！你结果你即摆又搁工作做六年咧，啊！你迄个所在已经到遐，咱行到遐，副馆长啊，行到遐去，又搁拄着细条啊！啊，细条就袂使哩啊！咱来赶紧，搁伫进士路好啊工作，做去个哒，做个燕山路对哇？啊，唔只燕山遐人要出入，唔只方便。啊，你嘛，车来遮大条，去遐搁缩个，又搁细条，啊，是安那无爱去做过？伫你个年代。你同少有嘛讲啊？李国华做无够迄个所在，我即马有改做完整，透过印刷去，这对社会唔再有一个交代。所以讲哦，你像这工过，你这你确实你都不做啊。人李国华，你也卖，你嘛卖讲车坐落算，人大概遐做好啊，对不？啊，你讲去坐落算，个工过佫不做，啊，这你咪知啊？这凶手是你个啊，啊，你无做是唔对个啊，对不？我讲安尼，有你也无你，那有你你点头坐倒，我卖佫。对哇，好啦。交通建设啊，咱拢爱做一个整体路网嘛吼，所以委员关心这部分，咱优先金泰路吼，你讲的这条金泰路，副馆长已经带去会勘吗？要做金泰路啊？金泰路，金山的金泰路啊？哦，那是那只出车祸，遐么弄骨弄。无啦，你较关心，我感觉是安尼啦。你要做这条较困难，因为头前段拢都是计划来。你后壁断遮吼，而且你啊考虑即卖预算，你若拢车底下去，如果塌死滴滴，
恁哩伊迄个宜山街台七线，所以目前即个路人，咱希望讲后摆分流吼，即应该是爱，若要去山顶边，爱予伫恁大家伫关心的即个惠民大道遮去哩，予伊穿伫遐去，吼。新路咱即马伫甲公路局伫讲，要甲伊交换新路。好啦。所以你即马哪位话咱讲吼，那以目前咱上有条件哪做，咱应该真肯定啊，金泰路来拍拼。金泰路是伫迄个乡公所对面那条，叫做北七路，不要改金泰路。我即马在甲你讲是南望路，我知，但是南望路这条，南望路这如果呐，依然 A 啦。没啦，我甲你讲，馆长啊，这你都做无够，咱讲好，我来拍拼来搞，本来做到进士路，进士路爱做到迄个燕山路，这个代志。无可能讲啊！你头前做县民大道是遮大条落来啊，落来到遐已经人诶，李国华做这段过去到。诶，当当时是为着新竹科学园区啦。诶、欸，新竹科学园区。啊，你即马有啊？即马你不拢无？啊，你拢买做就转旅游啊？不是啦，你跟迄无关系啦，没。啊，这时间来占了了，你听好无？我咧讲啦，要是迄个工过，要是爱做啦吼。反正我请教你啦吼，你像佮要讲人连续这工过。你拢无工做，你拢无对后壁伫做，包括讲啊，即、老首长做后壁即个，即你嘛爱管因落来工作。啊，李国华虽然人做到遐，迄段你即马六年啊，你嘛无工作，咱即都是咱疏忽，咱一定爱想办法。因为我讲做馆长，铺桥做路拢嘛爱做，迄人甲你建议，我若无甲你建议，你永远唔知啊，唔知讲啊到底遐我也未做。我是甲你提醒你啦，你袂做，我嘛无你法啦。阮哥有建议款啦，啊无采决款啦，采决伫你遐，当然啊，对无？哦，啊我请教你，你目前的同源公园，你去年我会接顺，你告诉今年要开工，啊当边来开工，你咪讲我听者。同源公园啊，你啊你讲啦，咱家己来讲，卖互因个人讲。咱即、這个。同安公园，议员伫关心这个部分，咱今年对家预算，都会提这个这个用地征收啦吼，因为咱用地征收费用，啊先甲征收啊，因为军方的用地交予咱啊，因这真复杂，啊最近咱报予营建署补充资料以后，因才要交予咱，所以咱即马已经伫做这个初步规划，所以希望咱是安尼啦吼，我要求的是107年一定要。这个先做营运啦，吼，先做营运，所以咱的目标同款啦，吼，目标同款。来，你请坐，你想甲我拢想的拢无同款，我就相信你一定是讲同款。你讲今年要动工，结果你目前土地取得也未好，伊家己的土地也未交予咱的，起码土地也未交予咱的，哈？有交未？哎呀，未对啊，哎呀，未你安那开工？啊你！我去年11月24日甲你问，你讲做诶，我这是今年要开工啊！啊你！结果你内底预算有偏啥？你知无？偏过迄个地场遐个预算维护费，你拢有偏落啊？对无？啊偏落去，我迄工根本迄拢无用，夹我遐钱拢流会掉，保全遐费用啊，无用嘛，对无？啊你！同款给偏落，啊你！结果即卖还未开工啊？所以讲，馆长，这个、问题哦，你无去想讲，我是要想用什么方法，赶紧来争取的，赶紧开工。啊，你若无，今年也无开工。因为军方上困难吼、哦，就是因这种，迄个停时比咱所想的更加麻烦。但是咱即马，因为即马都，即马都拢换组啦吼、哦，所以我真清楚，我就是去讲无介介要求。馆长，我讲你听啦吼。你即马讲107年吼，要开始营运啦。那这条你请坐啦，请坐啦。你安尼个吼，你个想啦，这个问题老首相的时代，我当时伫个问时，我甲你讲，2008年就要营运啊啦，今仔未开始啦。哦，这拢有技术咯啊，这拢有技术咯啊。我来讲吼，今日我伫甲你讲话，所讲的话。有面子钱，但是嘛要有信用、有人格，这绝对无这代志，我绝对袂使恶别只讲，嘛袂使乱笑话啦。因为像这来讲起，2008年就讲要用完啦，在场还佫
真正这议员、议员同志拢知影咧，所以讲赶快要伫原地踏步。我是讲这个问题，你若无去处理好，赶快停伫遐啦。所以讲你应该要用三人管去沟通，赶紧会当处理完整。啊，若无你赶快你到时你走敢未？要未开工咧？啊，要变哪英文？所以讲这点的是拜托馆长哦。你要好啊，用心啊！你去想讲，哎，赶紧来安那做这个问题。管理员，我是讲吼，一百空七年英文啦，英文这个问题啊，甲你做你要安尼来英文，我嘛于心不忍啦。我话是哦，可能无大啦，安那哩啦，这不是像咱今仔中心文创，会使贷款2亿嘞，这咱钱也无啊嘛。啊，土地即摆还阁复遐复杂化咧，你像松林公园啦，民国八六年，甲八三年征收，八三年征收，到头一年就阁营运啦，超营运甲今年105年啦，啊，超要16、17年咧，垫了100个一摆，迄嘛无钱，嘛直直拖落去。啊，我是讲，我爱吼，我管你讲，一定讲107年吼来营运啦，尽量较紧做，较紧。开始征收，开始规划，这较紧，啊，争取经费啊，这上好紧啊。关键你当时的时候，这个问题来讲起吼，你即马今仔日，我有甲你计算，有甲你探讨，我才了解讲你迄个所在属实土地取得较袂好势。但是阮转的时，人家问有关长有讲，明年要要开工啊，啊，你害我骗别人。我即马有个人讲，我要开工，咱还阁点点。啊，既然你讲的，啊，我讲馆长讲的啊，对不？啊，你害我啊！啊，你无信任我，阁对参落去啊，对不对？卖阁讲啊，这卖阁、这条讲安尼就好啦。委员，其实你转的真自信，通来讲，今年一定会叮当啦，都、就是今年一定叮当。第一季的这个股市，不叮当，跌当咩？无叮当，讲叮当的。第一季的这个。放下，咱迄个部分无要拆掉，征收的部分今年都会叮当。今年一定叮当啦，好啦，安尼我即马倒来去讲，搁改啊，改今年会叮当安尼啦，安尼好无？哎、欸，关键话你当时的时，我顶会期你家己请教你的时吼，讲这迄个毛尾布婆啊，迄个片头迄个啊，你讲的半年来绝对要给改革较完整啊，啊即马改革了成果什么款？你们甲解说一下，你会记得无？你这边无啦，咱两个讲无啦，你无啦。我叫你，我是接顺你的，我无爱买。等你宜川人，我无爱甲伊讲。啊，是你家回答的俩，是你家答的，答讲明年要完整的俩。欸，好，主席有你。应该是安尼啦吼。委员，我嘛袂凊彩甲你讲，安尼答的，就是讲，遐个啊，这个养殖户的垃圾水，影响到片仔头的这个水质。啊，当然是。啊，局长都恁宜山人，所以咱遐有争取一个小型的污水处理，吼、哦。一方面就是讲爱加强啊，这个辅导甲处理嘛，吼、哦。啊，一方面污水处理的这个微型处理爱做，所以我说讲爱问局长，咱即马进度什么款？我唔知你等啊，这个等的技术唔知有甲问也无。安尼啦吼，你请坐，你来个事啊，才讲好了解就好啊。吼、哦，你事啊才好了解。其实咧臭味，有个人哦，或者是去遐收，去遐啥哩啊？水镜挂落去内底，安尼拄啊哦，要掠鱼啊，结果拢看到地塞裤啦。啊，你个看安尼看裤啊无？要去掠鱼啊，一水镜就去挂落，看到地塞裤啦。所以讲，馆长，咱只讲你讲，你甲我答应，唔是伊甲答应，你甲答应讲六个月绝对改善，绝对互你会交代。我有甲你讲，列入记录，讲若无交代，后盖会阁收账，起码阁无交代，咱两个都要收账啊咧，对不对？安尼啦，会后局长。拜一工会勘啦吼，啊，那做无够，咱家己检讨啦吼。好啦吼，关键我请教你啦吼，你计想到啦吼，你目前来讲起吼，记得啦，你卖多两个讲话无，你咪看人讲者，你来个来讲，你大客吼，这市里电话目前的是进行个什么款？咪你答啦，你答啦，你卖多，咱就我甲伊讲，我拢甲伊只无输赢，甲你有输赢尔啦。啊，大会主席，我想咱大家关心的这个大溪啊，应该是休闲度假区这地啦吼。啊，咱原来大家拢关心讲遐的公共利益，吼、哦、啊，遐上大的公共利益就是原来遐排水系统啊，
原来迄个计划有一部分用地无共纳入，所以咱迄个阵啊，就要求咱建设处重新阁办一个通盘检讨，送内政部营建署。啊，即嘛即个相关的程序啊，差不多拢已经完成吼。啊，今年啊，今年应该有核定啊啦吼。所以咱即嘛已经在做相关的程序准备。我听你唔是要听你讲啦，你要知我心内要听你讲啥，你就爱知啊，对不？咱一定有咧默契嘛，你目前进行嘛，你有签出去未？要公办啊，私办，较直接的就好啊，对不？你要公办啊，私办，对不？你伫选举的时拢敢讲啊，绝对反对私办，绝对要公办啊。结果讲就较坦白，你即马签出去啊，签讲要私办啊，外口哦，你听未到，我听会到，我绝对。跟你讲，因为咱两个讲事实的啊，那讲感情爱咱两个同好，但我无可能骗你。但是外口所有听的风风雨雨同齐，都是你。我这讲讲都讲的，恁局长嘛有听到，恁副局长嘛有听到，足侪人有听到。结果你去想，咱有价值无？结果人嘛偏算过，这条来讲利润有二十亿，太恐怖啊！啊！这治安机关嘛来滴问，来滴问，这民意代表啊，所以讲来解讲事实的，我是安尼感受啦。阮只有是建议啦，采决的拢得你啦。哦，啊！你去想内去外口，这个风风雨雨，这个声音，咱有价值。如果若有价值，卖插伊啦；若无价值，爱思考较真切。哦，关键我这甲你放空啦，吼、哦。这哦，你去想到，阮燕山当初的时啊，李国华时代嘛有个话作讲，来燕山遐嘛有温泉俩。你来要跟话作，阮遐是温泉区，迄温泉足水个啊，对无？过去是讲遐无饭店，啊，话饭话温泉无效，哈，啊遐都无饭店。即摆你去看，你酒店啊。用一个五六千伫遐，你都有来个想讲啊？迄、那个所在有达到咱来个划作温泉区无？这你拢会当思考啊。如果若安尼，迄个咪真为难。关键你今日短短啊讲者安尼，下头咱两个讲不哩轻松啊啦。啊，感谢啦吼，委员算讲即届上有听话啦吼。啊，基本上咱应该安尼讲啦吼。啊，那以宜山的即嘛条件。啊，伊个水源来讲，吼、哦，啊，甲即、這个，咱来以宜山个温泉个水质甲水量，目前应该是，那、根据咱检验个结果，应该是无输啊，即、這个大溪吼、哦，啊，尤其即个所在范围，若要划温泉区范围啊，其实嘛免划甲真大啦吼、哦，所以咱即嘛，进前有划过一届，其实委员在所在，咱当然是为着要确保即个 BOT 案会当成功，当然是划过一届。啊，即摆咱嘛请即个工艺处，爱阁重新阁检讨一下，因为最近即种诶，即种宜山乡诶观光发展啦吼，大家变作感觉即个所在招待啊真需要。咱即摆要办即个青同万公园啊，其实闹温泉，吼、哦，闹温泉会讲伫内底啊，基本上后讲即个同万公园十二计划拢可能真好做吼、哦，啊，即嘛伫规划单位甲咱建议。所以在这个部分啊，咱温泉区会阁通盘检讨，会阁通盘检讨，安尼来维系。我想安尼做好地方啊，会当好这资源，无你即马一部分无伫这个范围内底，嘛未当享受到真无彩吼。啊，所以伫迄附近咱来当做一个较完整的这种维系，我想会当予咱云山乡观光加休闲，尤其是进入高龄化这个时代吼，迄、那个所在应该是。热天通啊，毛黑不破啦吼！啊，咱寒天迄个所在买当来分流，安尼打开就袂遐尼挨挨挤挤吼。你吼，我希望讲，关于你所讲的这个问题来讲吼，爱赶紧吼，赶紧就来做吼。迄、那个所在会当来思考做温泉区，你爱会记哩？当时遐有一间燕山温泉哩，应该你也有印象无？哦，有个啦吼。遐燕山温泉是都是甲打开甲北投同款。日本时代就像甲北投同款，了后，我嘛还阁啉唔到啦，我嘛还阁拢去个所在啉酒，拢啉唔到。但是迄个所在，迄块地是伊阿上方个啦，伊上方
老先生，咱嘛往生真久啊。啊，迄块地来讲，即摆囥伫遐废弃嘛，吼、哦，拢无整理，伫遐野野草草安尼吼。我是感觉讲，咱县政府一定爱想一个办法来甲因地主来沟通，看是要卖，也是要拆，也是要落去建设，也是要予咱征收，也是要安怎处理，爱有一个方向。因为后壁五六千个饭店，头前种种，结果剩一个所在，底下敢若像咧粪扫堆，全地发干尾，全地生蠓啊虫啊，对无？这无好啦。反正你的看法讲，那像迄虽然咧是私有土地，咱有啥物方法通啊来家处理，会当带动地方较进步无？来，以上。啊，真感谢王议员。基本上迄个所在。目前我所在应该是公费用地啦吼，啊一部分虽然是移改的吼，啊一部分有一个你真好的朋友即马拢改买起来，吼、哦、做原来做友善迄、那个去台北发展迄个姓刘的刘董的吼，啊一部分已经甲买起来，甲伊也想讲买啊，诶一部分我所在是敢那有摕到一部分土地啦吼，啊即马当然是我是请。啊，即、这个咱的刚刚长讲去协调地主讲来杀嘞，因哦，就是讲因若还袂征收进前，啊，因分地遐会当交予咱来替代管，啊，咱来甲做绿美化，安尼对迄个路口，因为你要去大地，要去金头山迄个所在都路枪，迄、那个路枪迄个所在目前吼，迄、哦那个村长有该做一寡绿美化，我知我知，做一部分。做绿美化迄嘛是咱议员提建议予因去做的。是啦，所在我嘛借这个机会，哎呦，你我知影，就是讲，迄个所在来处理好，尤其即马交通的动线，迄、那个所在咪变做啊，这个三车路口嘛。伊内底商业区来讲，伊拢总因的地来讲个，超千八平咧，一千八百平，建地来迄个商业区，敢那千三啦，商诶、欸、不无诶，住宅区千三啦，啊，商业区敢那。五百几平嘛，因为周边就是讲，我靠桥头要入去咱凤凰迄个桥头啊，林顶因已经起啊起一间，迄纪念馆，嘿、啊，因一个纪念馆，啊，所以周边即嘛变作有一个开发吼、哦，有一个开发，这个交通动线咱来个修好，所以这个部分我想要是请江理事啦，因为你这个 BOT 案底下啊，迄、那个所在嘛公园用地，啊，遐加这个周边的这个交通，也公园用地吼，哎，关键嘛。头前的这个私有地，较早旧的温泉迄个啦，咱较早入去滴啉酒的所在，以前神风特工队招待所，后壁迄个吼，后壁迄个吼，即公园用地啦，是，伫后壁，哦，伫迄个山的后壁迄个啦。我是讲，因为即摆吼，我有甲你建议，啊，希望讲你要落去促进，会当讲哦，大家有共识，啊来，甲迄个所在做清气啊发展。因为原来咱是请乡公所讲。找地主来讲啦吼，啊，看起来即马公要敢那较无进度嘛，啊，这个部分我想咱这个公务跟公里处啊，因为这个部分那边的道路路形还可以来做整理嘛吼，啊，那嘛算咱重要的路口啦。关长哦，我讲吼，甲你建议一下吼，有当时咱伫做代志，一定后盖后壁人拢会甲你问，你讲哦，老天爷。甲你嫌干嘞啊？到底是甲你恶路啊，是替你唔干？我都听无。啊，一直恶路，一直恶路的时阵啊，林书庙讲你欠偌济钱啊？啊，你人存偌济哦？你欠偌济？啊，你共用了了？啊，即卖林书庙佫限了了，佫存偌济？啊，伊也无讲，也无人知，讲讲大家拢知了了，几歹听，你知无？我是感觉讲哦，有当时来到公司，其实我知，我嘛唔敢甲你讲，对唔对？有事啊，我才讲你听啦。哦，这个吼，免佫讲吼。我请教你，关键我当时是顶会期有甲你建议啊，咱这个容积率占比例啦，哦，但你来六年外，哦，老阿兄拢知啊，过去来讲老师成就解啊，哦，啊你顶次会时，我请教你，你讲有，你即届哦要立即来检讨，甲咱宜兰县容积率占比例有要改变一下安尼，你以为你的进度改变，你做个到位啊，请你简单说明一下。咱宜兰县啊，这个每一个乡镇都无同款的都市计划啊，嘛每一个乡镇，咱需要予伊无同款的城乡风貌吼。啊，委员较关心的也是宜山的都市计划内底，所以我顶天
特别来回应讲你关心的这个部分，因为你即马伫宜山市区。我唔是关心宜山迄内底，是关心宜兰县内底。你袂使宜山内底多隔地同多地都我的，袂啦袂啦，我唔是安尼讲，我即马讲，讲到我家己去咧。我即马安尼讲，我是关心宜兰县的县民所有的容积率占比例的提升无安尼啦。我记咧就是讲，以宜山哦，咱即马这个市区这条街内底，顶刚那个阳信银行要来租。都找无，找较无迄落啊，这个用地嘛吼。啊，这个咱原来这个相关的这都市计划早期来讲，伊只细部计划做了无完整，公共设施较无够，所以目前你只若无去做这种结构性的调整，你要去甲开放，冇问题。所以咱即马已经伫建设署这边，有编一本，伫城乡基金有编一个经费，要帮忙宜山乡做同盘检讨。我意思是讲，咱对基这个哩每一项点，咱拢有做分别的通盘检讨。因为你这种物件，咱无法度全面性去放宽啦，全面性放宽吼，其实意义也无大。啊，那宜山啊这个所在，咱即马啦检讨好，把这个必要的公共设施、道路、甲停车场拢甲挖出来。安尼来讲，你要予较悬，吼，予伊较会当迄个使用强度较悬。安尼咱。开放都意义啦。关键我吼，我讲一个较直接的啦吼。咱今日吼，你若要去做吼，你免去解考虑遐。你去想到是咱基隆县安尼尔咧，外县市无咱来汇合到中央嘛，汇合到中央同款嘛，安尼有无？互基隆人大家有机会嘛？啊，你结果你去牵制着嘛？啊，牵制人嘛，毋是你牵制啊，你去偷税啊，才是大家甲你讲你公信啦。你才做一项讲，哎，对健康同有益。今日是，对不？有些群改白卡，但是老首相有个套，林创元馆长套过较济，加火药个中央，大家咪甲你放炮，行出门，大家看到你，甲你惊你，对不？你的民调唔在会进步。你我顶日有甲你讲哦，我你安尼落去，你会真惨，你民调跌连，真正跌落你看。你顶我甲你讲，无一礼拜尔，你民调连七八趴，你看。有啊无？确实的啊，就表示我无讲到笑话嘛，讲的拢属实，真正安尼嘛，对不对？所以讲这来讲，容积率占比例，这是我来讲行政权力嘛。你免得搁讲遐，讲遐我会甲伊讲会听啦。所以甲你讲啊，我甲你建议尔，你袂唔准你讲的，一声就当啊解决来咧，对不？即我讲敢有你敢有困难？你来计讲，我恢复甲中央同款，对不？占比例60%，容积24%，你也袂使共改到25%啊！改到25%，你就地质法令啊，中央法令啊，你无可能嘛！你敢会使讲咱只要共改啥？你嘛无可能讲用奖励容积种种要来安那改变，咱无机会啊！咱袂使去地质着中央法令嘛！所以讲，你就是想讲我要来安那做啊！你有阵拢讲完听，讲安尼遮复杂，其实讲个哦，阮这基地阁无好，啊！你哦，你讲头壳就戆样嘞，对不？希望你较干脆，甲伊今年来还是明年，赶紧甲宜兰县所有的容积率占比例，去提升起来。宜兰县大家嘛，甲你学落讲啊，林创元馆长，你确实有替宜兰县民伫真正伫做工课，所以讲这个是足要紧的工课。安尼好无？好无？好，好啊，莫啦，我互你讲者啦，互你讲者，即摆要你讲啦。啊，感谢吴议员吼，咱基本上对这种容积甲建蔽啊，基本上要是爱考虑咱啊宜兰的这个啊城乡的风貌啦吼。啊，所以我如果大家有注意看我第二届政见，我有讲一个线性城市，就是讲，伫交通愈发达的所在，我们会开放它容积最高吼。所以这个部分，吴议员这个建议，我来对这个线性城市的总体来对啊。啊，甲咱各乡镇啊，适当的这个配置，咱来去做啊，逐步的开放吼、哦，做逐步的开放。关键吼，你去想啦吼，有的人伊说的物件唔对，伊尾伊会后悔。迄、那个以前啊，赖清德你知无？台南的时啊，你若放炮啊，烧金放炮啊，拢共掠罚，你听无？拢不用放炮烧金啦，即马拢鼓励人吼，恁大家拢爱
烧金爱放炮啊，因为咱讲无放炮烧金吼，吼，登革热拢来啦。即摆你去看，台南你靠近去问看，即摆拢伫流行拜拜，一定爱放炮啊，爱搁烧金啦。这你知影无？我绝对有依据的，绝对无讲好笑话啦。因为因遐个议员讲话听，啊，我呢都讲叫讲袂使拜拜，袂使烧金啦，袂使放炮啊。一炮一放了，登革热死了啦，走了了，你知？烧金嘛，共款，你知无？所以讲哦，有当时哦，对的工课要加做者，卖得来哦，钻牛角尖的做做些唔对的代志啦。所以讲，管理我这讲的哦，这拢有熟悉啦，无你咪在了解，你咪敢问讲，有影无影？你咧较早禁袂使放炮啊，即卖会使放炮无？哦，这个问题你咪使，你咪使去问看卖者吼。我请教你啦吼，新城铜锣吼，铜锣甲西门桥迄个啊，迄拓宽桥讲要做。在选立委进程的时候，讲这最后来回看一届，现在就决定要做了，到底进度跟什么款？馆长你知道吗？如果要让多一个，好啦好啦。谢谢那个黄议员哦，黄议员一直关心这个西门桥改建的嘛哈、哦。那之前会勘就去年会勘了哈、哦。那公路局这边他们在进行规划，目前在规划中，是吧？规划中是规划有要做还是规划哪里有滴进步有滴进展无啦？他们当然是评估说，因为那个旁边都是住宅嘛哈、哦，那他们会评估看看是不是要走别的路线，哦，安尼，如果等于如果无去啊，啊嘛是停顿一条，同款无做啊。所以讲，拜托你哦，因为迄两条桥拢是危险桥，哦，应该你有滴啊过拢知，车若烧闪吼，我倒来吼，就了客就对啊。所以讲，这个代志吼，拜托吼，爱用心去改对，对讲恁的进度到底是要安怎？阮有当时选民甲阮问。我拢有去会勘，所以民间问我讲无啦，无问题啊，无问题啊。啊，结果即摆你阁讲起来，又阁讲啊，你评估种种啊，评估就立委嘛，底下共大气鬼啊，要选的是无问题，绝对要做，今日做。好，谢谢哈。那现在我们来休息一下哈。好，谢谢休息。
好，大家继续来就位哈，我们来继续开会。洪部长阿钦人家找啦，我紧啊，阿钦啊，从哪里？人家找啦。对，你有经工别行啊？议员你甲找啦。我创治啦。啊，开始啦，好，来请吴芳芳、吴彦清。尽量机要都要家己的啦，嗯。对。啊，无邱明先讲啊。卖创治啦，你。桂林啊，时间过年啦。开始就甲你讲啊，讲阿舅有来，安尼。煞唔知有来，啊有来，我都。我头一个要讲，讲去。来。啊，好，迄个啦，来。大会主席陈议长、林县长、吴县长、赖秘书长、各位局处首长、各位同仁、大家午安，大家辛苦了、冠将、这个总执行、今天是上尾一天、我们两个我跟秋明是负责结尾的、我相信这段时间呢，真多咱的所有的议员都提出很好的建言，为了咱议员官未来更加好更加进步、提出来啊，向县政府建议的，我相信你拢有听到。啊，阮即摆讲啊，这是新刷啦，吼、哦，新刷共听一下安尼吼。啊，我希望讲，在即个相关单位，阮有提出来，嘛是爱共重视啦。吼、哦，我希望讲，这就是安尼啦吼。县长，你自从上任到今啦吼，六年五个月，在六年五个月当中，吼、哦，在第一任的表现呢，相当的亮丽，吼、哦，会使讲是啊、五个新的县长，好，五个县的县长表现较好，但是呢，这时机呢，渐渐的转变，大环境渐渐在转变，哈、哦，造成我们整个宜兰县，对我们宜兰县的评价可能有降低，哈、哦，第一，因为雪隧通车了，造成的严重的塞车，使咱真济外来的观光客，讲到要来宜兰，伊就真烦恼，讲啊，来到宜兰对塞车，就塞几啊点钟久。对向往宜兰的好山好水好空气呢，大打折扣，这是头一个咱塞车的问题。哦，针对塞车的问题，当然我们的营运县长在你的领导之下，那的团队呢，应该针对整个交通网路如何来，网路更加健全，让咱的交通呢，让更加四通八达来疏解我们整个交通。哦，包括替代道路，这个都是很重要的哈、哦。过来呢，就是讲到啥？应该就是讲到讲，咱是环保立县，咱是环保立官，吼、哦，是咱宜兰县的最高荣誉，讲环保立县，大家感觉讲宜兰呢，好山好水好空气，所以真侪人就是讲要搬来宜兰住，就讲宜兰空气确实好，宜兰水质确实好，所以大家拢讲来前来，真侪人为着安尼来佚佗了后，前来宜兰的人嘛真侪啦，吼、哦。但是呢，最近呢，我感觉讲。在媒体报道，本县的空气比台北市差，我就感觉真奇怪。是安那宜兰县的空气比台北较歹，我觉得很怀疑啦，觉得很怀疑。这呢，会使讲是对咱整个宜兰县，咱标榜着幸福宜兰，是很大的伤害，会使讲足大的伤害啦。哦，但是安尼呢，我相信讲咱的环保的意志呢，是不是有点松动了？我们环保意志是松动了，还是怎么样？还是螺丝去有拧了了？哦，还是执法呢？
啊大小眼哈，就、哦、把大小眼所造成的工业区的排放恶臭的空气呢，我电视上的报道，电视上的报道呢，啊成为媒体的笑柄。我依然都讲标榜是讲环保立县上好的上好的这个环保立官的官呢，啊既然来有这款的现象来出现了哈、哦，啊当然这個、呢就是讲要讲。予咱爱搁较加强来注意咱的环保，吼，咱的环保啊，尤其呢，伫操作矿场，哦，矿场现时有伫采矿的部分呢，啊，咱来伫单位即阵呢，有请咱环保局来答复，结果伊答复讲，现时呢，矿场所有伫开矿的中间，伫104年到105年的4月底吧，啊，是到5月吼，啊。拢无有迄个违规采伐的记录，吼、哦，啊，实在是会当令人非常的怀疑啦，吼、哦。遮个工厂是遐济工去遐济抓，啊，是安怎奈拢无啊采伐？真的有那么好吗？啊，真的那么好？应该媒体不会讲得这么不好听呐、啊，看个遮歹听，到底是安怎？哦，这我是讲，这其中哦，必定大有文章啦，大有文章啦。管定话，你好去思考看，到底是倒遐出问题，吼、哦，所造成的这个问题，哈、哦，要好好去检讨了，哈，好好去检讨了，哈。啊，过来就讲，河川的巡守队，吼、哦，咱有成立河川的巡守队，有13队，这13队的中间呢，对县管河川，吼、哦，尤其讲咱标榜的环境嘛，环境卫生打弄还好，咱的河川嘛是爱上水人，所以咱的河川的巡守队啊，有没有回报的机制？哦，比如说你是巡守队，他们成立巡守队，他们有没有哪个地方是他们要去巡守的？也没有做这样的编制，哦，也没有回报的机制，哦，啊，让咱这河川呢，弄会当回报的机制，就是讲，让咱的垃圾呢，马上来处理掉，哦，啊是处理，无处理的，这相关的单位，比如说在水利会的农田排水，在县政府的区域排水，或是中央管的他们的啊。河川我们也没有开发，但是在我这次的总这单位咨询当中看到的是挂零的没了、哦、所以我就觉得说、哦、那我们看起来讲得很好听，说得很好听，但是其实做起来完全不符合了、哦啊、当然我刚才说的大小眼，对大的放掉，对小的严加取缔，你给我取缔这所有的污染源，重要的污染源，但是在河川表面的垃圾山这些当中呢，没有去处理，我是感觉讲安尼是唔好啦吼、哦。所以呢，我希望讲啊，针对这环保局，请你给我书面答复了哈。在这个我刚才所谈的这些，为什么没有这样？这个你还有讲给我啊哈、哦？你讲遐一间呢啊，无一间捌开单啦，我感觉真奇怪。你拢去看，拢有影遮好吗？啊，那家伙都无应该安尼。啊，佫一个就是讲，在新料展年的矿场呢，啊，咱摆板雕人，你摆人黑困一礼拜日嘛，摆袂去共看。我感觉，敢有需要安尼吗？这样好吗？有没有这种现象？啊，金你讲有这个现象无？你甲讲有无得？有吼。啊，这敢有需要安尼？你爱随便看，爱要看就去共看。人都你展年，你都讲袂使。啊，所以讲要给人家吼。一个交代是讲，这个厂，伊要申请这个矿继续搁营运，袂使恁一摆就讲讲，啊，你这可能请袂过，直接个讲个长，互伊死心，啊无咧，伊钱直开咧，开要几千万，再讲，那袂使哩，这样不好啦，让投资者损失这么大，吼、哦，会用感觉讲，咱是大失望，大件啊拢会使，小件拢袂使，这样是不好，吼、哦。刚才我谈的这个，吼、哦，请你在，总执行完了以后，就韩副编辑哈，主席也签这会议记录了哈。啊，管定他都要讲对我讲了起来，你最后的时间我会留时间让你来做回应了哈。这头一个，第二个呢，就有关于就是讲教育的问题了哈。教育学校的周边啊、安全维护是相当的重要的哈。那弄的矿工最近在哪地？学校周边的发生很多的事情呐，哦啊，那这应该得好好的教育的观念当中呢，啊，建立一个危机意识。叫协同，如果发现可疑的人事物，立即通报。啊，这个通报了，是不是咱教育处有一个，要有尽速处理的机制？这真重要，这
这个是很重要。你不是刚才讲啊，宣导好像那家那样，那你的机制也要做好了哈。啊，有关于毒品的入侵校园，哇，这嘛是他们最严重。你也看讲，连国小都吸毒的，国中也是那么多人哦。这个哦，就是显示说，那个毒品已经进入到学校，哦，黑帮啊，都很霸凌。这个应该要再加强了哈，加强来做了哈，好咱呢，真正有影讲，好咱好啊，校园内底涉案的率呢，啊，真正的降低，那是最重要，这是非常的重要哈。啊，过来就是讲，咱的营养午餐，我们宜兰县所标榜的是讲，啊，咱哦，咱是重注重啊，咱的食品安全，哦，啊，咱这边就讲，反黑心的食品，哦，较一段时间了，最近就较冷了，啊，最近又开始讲，这个美猪要进口，这个瘦肉精的问题。包括这么很有嘛，美牛瘦肉精的问题。那我们县政府县长早上好像也是特别强调，我们是要零检出。既然是零检出，那我们要更要严格来把关，爱讲好哈。这是先是讲咱宜兰县，就是甲别的县市不敢看，咱一定是坚持，咱使用的牛猪就不能有瘦肉精的成分，这是非常的重要哦。我希望讲，这一定要做。过来就是讲，如果若发生这个问题，咱吃到这款的物件了后，入去不到底了后，咱唔找迄个机制来讲，要安怎来应应嘛？哦，教育处，我们像这种，我们有什么应应的方式来做处理的哈、哦？过来就是讲啊，咱即嘛营养午餐哦，一般啊拢真好，但是有没有考虑到？现在的厨余是不是会越来越多？哦，你要做一个比较，去年度跟今年度来做一个厨余的问题有没有增加的量？未来如果增加的量很多，这些厨余我们是要怎么处理？哦，不要浪费这些资源，别啊去倒倒好啦，去回收车啊，这厨余车来倒倒给好起倒啊，这样是不好了哈。哦，过来就是讲校园的电梯使用安全。很重要啊！咱学校拢即摆拢几乎拢有真侪电梯，但是要加强学生对电梯的使用的安全性，也是要宣导。就像好像我们要过平交道啊，停停看啊，即摆大人看手机啊，都啊无看讲电梯是有起来无起来啊，落来通唔着就落啊，啊，就像咱这个宜兰大学所发生的这些惨案，这样不好，所以这个应该要加强来做了哈、啊。这是我第二个讲的诶问题哈。啊也是一样，相同的，请你用书面资料哈、哦，有关的再提出来这些问题，也是，请你在县政总支部安排呢，含入编辑的哈、哦。第三呢，毒品越来越严重，所造成的就是啥，窃盗猖獗，哦，窃盗案愈来愈增加。依据呢数据显示呢，那个毒品案件增加101件，哦。对上一个期，这个期跟上一期的比较，给100几件，啊，重量呢超过8.5公斤。你若讲克吼，你就感觉讲真少，几公克，好像很少。啊，我讲8.5公，局长你也感觉讲啊，那遐济啊，8.5公量那给遐济出来，啊，那就是我们应该要加强查缉，在哦查缉，不但查缉掉啊，重要的像持有贩卖的药头呢。要加强来取缔，要加强来把这些人呢找出来，安尼再有法度遏制毒品的泛滥。啊无呢，赶快呐，其他人你抓抓，你去关关嘛是出来嘛，佫赶快呐，没人你抓袂着无效，所以这个应该要来加强了哈。过、哦、来，本馆的毒品哈、哦、赌博案件，哦啊、看咱的工作报告来对，那假象棋的啦、拍牌啊啦、麻将啊啦哈。哦在小案件呢，吼、哦、啊、提出来拢是假的啦，吼、哦、提出来拢是假的，啊，真正职业高点、职业赌场呢，拢无法度抓到。我感觉讲，啊，到底是安尼，我就感觉真怀疑，可能呢、啊，我们警察跟民众啊、警民连线啊，配合都相当好，所以呢，没有办法抓到大的赌场，哈、哦，没有大的赌场无法度抓到，所以呢，这呢。就是咱应该爱积极来，吼、哦，针对大型的赌场造成家庭的破碎，这个家庭龙体散尽，吼、哦、啊财产，吼、哦、拢去用，拢去职业啊一块呢，
来改啊建料料，这样不好了哈、啊。所以我们希望讲这类呢，应该要加强来取缔。也希望说你上任到现在，我看还没有破过这么这个职业的赌场，嘛了解看嘛，你看看你的能力最好。哦啊，那你警察局啊，神通广大，什么案都拢会破，像这应该爱破起来看嘛。确实，哦，这大案，我们不要让它再发生在我们宜兰县有这种职业的赌场哈。过、哦、来就是讲，那你测速照相，哈、哦，那你测速照相总共有49处了哈、哦。啊，那你成果呢？我在单位执行的时候要求的成果，你的排名是第一名的是5000多件，第一名是5000几件，第一名一开始干。同辈的名，吼、哦，是200几件，拢总有20支，拢总有二十支，这数字就是安尼讲。第一名是5000几支，过来一直排名第二，我就无一一再说明啦，哈。啊，到最后一名是200多的，吼、哦，第20支也是200多。啊，那其他29处是挂零，为什么会这样？29处是挂零，啊，事实上是不是安尼？我不晓得，那警察局再去查一下、哦、啊，到底是安尼安尼安尼？我的建议就讲，如果真的挂零的地方，应该如果这个可以不要设，但不要浪费我们的资源跟设备，好、哦，迁移到可疑的、危险的路段，好、哦，特别造成车祸的发生，好、哦，特别浪费咱的资源跟咱的设备，有效的应用，这个是我对警察局所建议的，啊、哦，也就请警察长你回去，啊、哦。啊，把这相关资料整理一下，也还入给本市了哈，嘛、哦，请管定啊，该重视了哈、哦，啊，这就是。我头拄仔你讲诶，这三项啦吼，啊，过来，过来，第四项，唔是，我要讲吼，今日唔敢讲，因为你也无我诶胆，你要讲啥？你唔敢讲啦，来，过来就是讲，管理员，你去看，整个单客发展吼，咱来看讲，自北宜高速公路通车以后所造成的人潮跟车潮，哦，对整个郊区。好、哦、啊，诶，发电哦，是未来有很大的挑战。咱来看讲西区、西区就是往山边这边，铁路以西的部分几乎呈现饱和状态，几乎呈现饱和状态了哈、哦。啊，势必要未来整个都市的发展，百年的都市发展一定是往东的嘛哈、哦，以铁路以东，要来做发电。早起我有听听经济馆长，应该是伫留守陈县长，啊，不过刚才蛮不听到啊林县长你讲，我们的水岸城市哈。哦来，迄、那个所在就是讲较低洼的所在，就是讲前呢，咱放入去湿地保护区迄个所在来做水岸城市的发展啊，是有没有可能性？哦，未来规划是不是有可能性？所以呢，我希望讲这个呢，嘛会当让哈，像县政府好好去研究看卖啊，哈、哦，研究看卖哈、哦。另外，咱目前公务处所要设立的水资源中心，从内政部在95年的规划的是从现在的以前公听会的假场地，要更换在民众的反对以后呢，更换到乙场地，在乙场地也是经过第三次的公听会，也是民众的反对啊，真侪人反对，一直讲这个所在还是不适合。当然，本身嘛有这个看法，未来大家发展都是东区嘛，东区要发展这个所在，这个水资源中心放在这，我感觉要是较挖市中心，要和水资源中心能够充分的利用，包括头城、大洋都市计划区，都是在191线以下的那些部分，包括郊区。啊，咱公务处是讲，安尼可能水管看真哩，我个算算应该是差不多啊。一个头城落来，哦，你这个水资源中心不是只有在郊区市区来用，包括头城、大城，哦，哎、啊，迄、那个大洋都市计划，哦，迄、那个二城落来，赶快落来较大上好，就是191线。191线的以东，就是差不多25年加满，那个地方是最适合。哦，啊，你也以后兼顾咱的东区要发展那边，哦，191线的以西要发展，甲大溪区啊结成一个比较好的发展空间，应该是这样来做规划的。当然，在民众的反对的声音只有两个理由了。第一个，你得讲，要是异化区，可能会造成在施工上的问题。哎，是到这里。第二个得讲，他们的养殖农业都在那边，哦，可能会影响到整个它排出来的水，可能是不是会影响到他们的耕作的养殖区，还是包括农田，哦，这都是影响担心的所在。所以呢，要因应我们百年来的使用，应该是要好好去规划。
一个好的地点，爱好好去规划，莫讲做了再后悔讲啊，阿兄这规划了唔对，安都真无彩哦。开遐尼侪钱做个规划，一定爱做好哦。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啦吼。过、来就是讲有关于郊区，咱打开诶迄个变更郊区都市计划区健康休闲专列区内底休闲别墅这个。这个应该是本来咱这个所在本来就是休闲健康啊休闲区休闲专列区，后来把它改为健康啊不是，后来把它改为休闲别墅区的湿地重化。咱来看讲，迄一条路就会使直直直落入去。啊，咱拄仔画一个弯弯啊，才透去啊，佫真费气嘞。上条是啥？我讲这个电话，这个电话上条是啥？要来疏解整个郊区市区的。市区的车潮，吼、哦，你改观搭客车。啊，如果咱来当做好迄条路，破地来去，就直接它半点啊，遐就它个往忠孝东路，哦，忠孝路，到咱的叶桥的忠孝路，真好，真好势。过来，到尾啊，就破个咱台二跟延长线的别墅区，安尼来去应该是真好。啊，直到我不知道我们当时的规划公司跟我们啊，我们福利的处里面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把迄个绿地来创起啊，为着要安尼，啊，路来去弯安尼弯安尼，啊，佫予路呢，真造成整个交通上啊有很大的障碍。当地的居民对这个呢，他认为很不恰当，哦，一直在要求本区相关这相关的问题提出来，向县政府来做建议，好好啊去规划好啦。哎呀，规划一个唔对，后摆规划好了，赶快交通袂当疏解，哦，百姓的怨叹会佫较济。我希望讲像这款呢。咱应该爱好好去思考啦，吼，爱去思考。咱最主要规划这个土地来规划安尼，啊，就是要让交通疏解交通，啊，要让这个土地，这所有本地的人的土地呢，因会感觉讲啊，安尼规划还足好，出入方便、安全，这是上重要。哦，啊，如果没有把它做好，哦，啊，就枉费咱去规划。哦，县政府花这么多的心跟金钱去规划，结果不符合民众的需求，那是不好的。所以我在这裡，我希望讲县长，吼、哦，你好好去思考，重新再检讨一下，吼、哦，应该是头拄啊，真济乡亲一直在要求讲，那条路应该是赶快，后面路开到那一条路，那、那是啊，咱十六米的嘛，吼、哦，十六号道路十二米的嘛，吼、哦，咱就当直接到他去到咱的台湾跟延长线，甲遐，哦，啊，整个内底机动爱就拆就住迄几啊间啊。现在已经好像沟通差不多，应该可以同意来贴，所以应该是比较没问题。那我们县政府现在担心，刚开始的担心是担心说那个地方的那个绿地有什么那个树棍啦，吼，较大丛的树啊棍啦，哦，啊，我认为讲，迄应该来刷来别位啊来移植，应该是有法度啦，吼，迄唔是讲无什么无法度可能，咱的上条也是交通道路，吼，啊嘛袂影响到隔壁人的较早期。诶，都市诶，对因个诶迄个住宅区诶发展，哦，啊，你嘛路买通，因买通，啊，路买免，后摆因底啊装来装去，啊，做较袂好势。咱即摆讲要搁改安那，我相信这也好啊去思考啦，吼、哦，啊好啊去思考啦，吼、哦。啊，所以我刚才讲的，吼、哦，啊，请啊、咱相关单位好好去应应，吼、哦，这个应该好好去应应，吼、哦。过来，农业处就讲，咱即摆就讲。湿地那有去说明会啊，民众也听到县政府的善意，他们也很感谢县政府啊，能够听得进去，要甲暂定咱的湿地呢，暂缓来一路，啊，佮布来将布再让到底要核定啊，再将栽了吼。但是咱养殖区内底海水迄个管理站是很重要，咱的海水管理站呢，目前是在我们的基金会在管理，吼、哦，啊，民众真侪声音嘛，吼、哦，啊，就是讲交水不公平。哦，缴费会不公平，这应该要去注意一下。啊，注意老的老，啊，一老老，规半年嘛无咧修理，所以讲，恁公部门在做，就是没有负担，袂讲啊，家己做爱做来吼，啊，盈亏自负的话，你们就不会这样做啊。所以呢，这边也应该好好来做了吼，啊，好，咱的海水有咱充足的供应这些养殖户，像目前这养殖户讲，天然无水、无教育，啊，无创无好，吼，啊，管理无好。那你看，人家也讲到哦，屏东的好几个这个点呢，人家管理就请专业来管理哦，应该福建
吼、哦，啊，政府补助偌济出呢？因可以因家来去谈，因来去做，啊，因就是随时能掠漏水，随时呢，啊，水啊冲着供应落去，啊，因收费真公平，收费照着，袂讲啊，我甲你较好，就安尼。啊，到底我们的收费，我们有没有去查吗？有没有照应该要收的有没有收？哦，有没有公平？这个是很重要。所以这边外面希望讲，我们农业处应该好好去注意一下，安尼才有法度啦。好，以上我所谈的这些问题啊，建议给县长你来做参考了啊，好，你共鬼文件啊，好，请你表示意见。县长，请你说明几单。台湾主席林副议长，感谢郭议员诶，这个对整体环境诶发展，也是咱地方诶应应应急啦，啊，有一寡宝贵意见。确实咱。今年都都是雪山隧道开通第十档，啊，咱原来上关心的，就是交通的冲击、治安的冲击，甲带来人潮顶头吼，这种各种的社会冲击啦吼。所以咱即马拿伊大体来看，啊，这种交通冲击啊，因为原来规划先天就设计了无好，咱那算全国的这个高速公路交流道，距离市区啊上近的吼，上瓦近的。除了中和过来，就是这个所在啦，所以这个回堵啊非常严重。所以咱后壁再要求中央创一个疑似匝道，啊未来分流吼。当然，这个工程完成以后，嘛无法度完全解决啦吼。所以一定爱伫搭起的结构。头拄啊黄孟兄嘛讲到重点，咱西平这条山卡道路爱紧来开辟。啊，伫往这个二城甲咱这个搭起疑似线，咱应该爱利用。第二线吼，啊，未来安尼，伫头城来的车流，莫阁塞入来咱大溪市区，所以伊迄个部分嘛爱分流，未来拢爱做一个分流的一个准备啦。当然，大溪的本身，咱嘛希望讲建设署这边积极，像咱即马伫辅导宜兰市公所同款，在地的接驳系统，咱即马利用迄个转运站作为接驳系统，啊，拢是观光型的导向，那在地的这种接驳。要是讲，要是要无够吼，所以大溪市区的路幅甲停车的空间，已经是无多符合咱即马即个符合即马的流量了吼，所以即个应该要优先来做。啊，最第一讲环境的冲击顶头，黄某兄嘛讲到环保咱过去环保立观甲呾我相信咱虽然有一挂指标，大家外来的人对咱有一挂质疑，我相信咱的标准是毋捌降低啦，我相信。你隔壁邱明兄都住伫工业区上边啊，啊都是沿东卡尔，所以遐若有任何即种的变化，伊应该搁较敏感啦。但是咱即马就是讲，大家生活到一个程度，过去咱农家差不多拢甲治疗做伙，咱会当忍受。即马慢慢大家都袂当忍受，所以即个标准咱一定爱慢慢吼来促进。啊，我嘛希望讲环保局这边执行上，他都话吴议员会执。即阵内底上济就是，咱希望爱公平，啊一视同仁啦吼。即、这个执行面看起来，咱环保局同事这部分啊，大概执行面啊，咱内部嘛有探讨啦。目前管理甲服务啊，有当时啊，咱拢管理较济，客差较济，服务会较少，所以会造成民众哦感觉无法度接受啦吼。啊，至于头拄啊黄某兄讲的即个案，咱其实已经有请副馆长已经伫。专栏来去了解啊，是不是去回看我唔知影啦吼。好像最近就会要求建设处到县地去在广听地方的意见啦。哦，而且请黄某兄的实地这个问题吼了解以后，我相信咱原来要做这个案，最主要嘛是要解决疏解迄个车流嘛吼。啊，咱主动跳落来做，嘛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咱当然是希望讲。地主先同意，予咱开票嘛吼。啊，即摆咱跳入来要做市地定位，因为大家寸土寸金嘛，即处理即个美角啊，我感觉咱是还是爱徛地吼。交通道路你伫开票，一定爱予大家感觉认同吼。即个啊，无咱去做了，敢若做白工。啊，至于讲他拄仔你讲的大家整体未来，你爱即领衫要改较大领，一定爱往东边做行吼。你西边差不多太死高久啊，所以。水资源就是咱的废水处理场吼，目前咱即马原来规个囥个白云嘛吼，大家地方有意见。他拄仔你讲的这个位置啊，那你咱即马讲湿地，咱即马采取零方案报中央，
伊若会当同意，吼，同意咱就回归到原点啦，吼，咱大概讲的土地拢做实地，啊，原来土地就照原来的使用。所以大温养殖区这个部分的管理啊，啊，确实，这两个团体安尼争执嘛，吼，咱咧公亲做袂了，我感觉那个陈处长一定要去要求机关所吼。咱顶刚嘛，有一段时间，咱个接管嘛，吼、哦，啊，管了嘛，平静平静，就表示讲这个代志啊，啊，不要任由，因为这拢是公的资产嘛，吼、哦，拢公的资产，啊，这拢是公共资源。咱如果养殖区若要变作是一个永续经营农业处的机关所，一定爱把这个啊，这个相关的管理的课题做较完整一点吼、哦。所以这个部分，我想啊，嘛请迄个赖秘书长啊，会当啊去给因督导啦，吼、哦。啊，至于他都阿你讲的这个啊，水资源中心来翁东甲一九一线这个周边吼，基本上就是讲，咱呐对整体这大温地区，咱有一个配合咱大家的一个较长远的一个看法啊，咱尽量好的土地拢尽量来做这个有效的利用。啊，那安尼来讲，因为你这个大温地区几乎是差不多是啊，拢泡在水底较济啦吼。啊，咱原来管政府就规划一个叫做水岸城市的概念。啊，这个概念，咱若如果这个水资源的中心，即马伫规划当中，会当甲放伫其中较低水，因为即个放伫上低水的所在啦吼，上低水的所在。啊，如果安尼会当甲头城的系统来做一个相接，我想你建议的这个方向啊，咱去请干部局对未来规划是通啊列入。啊，而且嘛会当好即个。大温地区这部分较挖顶头这个部分，诶，这个土地利用，哦，会当利用这个机会啊，咱来做这个必要性、可行性跟必要性规划。我想这样的话啊，应该是可以做得比较好。啊，若无，咱即马放伫白云地区吼，我想未来只要这个代志若定案吼，控制未了啦。啊，我想这个案要成功的机会就愈来愈少。啊，咱也还不积极，所以这个部分我看咱都要较有决心来做。安尼。在这个一九一线的周边啊，吼，应该这地主，咱来当做一个较完整的计划，做用这个哦专案的这个区段征收，还是一个专案变更啊。我想对这地主，我那是较有利啊，因应该同意的较悬啦，吼，同意的较悬。所以这个部分，我想咱应该要做这个方向来做了，吼，以上。好，谢谢县长的答复了哈，啊你说官所建议，你拢有深入的了解，然后也希望相关单位啊，来去研究来做最妥善的处理了哈。好，谢谢哈。啊，过来就是讲有关于啊，咱的文化局对第一银行历史空间古迹的这个案哈，我讲这个案，我相信观众你顶届嘛捌听过的嘛哈。啊，咱在整个诉愿当中都败诉。好、哦，诉愿都败诉啊，啊个行政法院三次也败诉，现在重提以后又再上在法院审理当中嘛，哈、哦、啊，听处那个代理局长说，在六月几号就要再重新再开辩论庭哈、哦，啊，我是感觉讲啊，这个案呢哈，咱来看讲，宜兰县的较早县议会啦哈、哦，那么是历史空间，他什么都可以拆，都拆的差不多拢。滴滴啦啦，没有符合完全的样子了哈。阿弟也讲，早期的第一银行在民国六十年以前，只有它是有那个古物的建筑，尾啊个盖头前个盖起晒起出来，几乎都没有了哈，没有。阿弟给一直讲不给到这历史空间，也没有办法留下什么东西下来，真正的历史空间，跟古这个古迹也。这个味道出来了，哦，我是感觉讲，如果那败诉，卖个个人收购，卖讲管政府食饱要个人收购，这样不好了。我们听起来真歹，这是关键件事，你个人意见呢？啊，那一般民众，我到了了，那会当让你拖这久，对不？我未要去了，你再讲迄要认定古迹啊，我怎去外口租厝啊？哦，啊，再来你去看一下，租三年个啊，租期嘛，家人要退啊，啊，怎么搁底啊，伫咧个租？啊，你去看讲，这无形当中，哦。对我们政府 的形象也不好。你也看讲，我先那个人人拢提做一个样啊。讲哎，你去看，是讲说迄个古艺厅、艺术厅，你唔着去看看，去翕去看卖，到底是变成什么款，对不？哎，真的差很多，这样不好了哦。阿丽来讲，如果真的是败诉了，就还给民众，
来繁荣地方，赶紧来改建的繁荣地方，让我们整个宜兰区的这个街面呢、店面呢，会当更加好。哦，啊，你给讲给留一个句的，不得不去啦，不是讲原来就安尼，拢留起拢，依照完全共款。那我是不反对。如果像现在所改的，拢除砖的啊，都根本都无啥，个顶头一疏疏啊，见一点点，安尼你说要保留这个，跟原来的味道差太多了。哦，我是希望讲这点应该慢慢做诶。好，请管定了。三思而后行了哈。台北主席，馆长、副馆长、秘书长、各位局处长、各位同仁，大家好。我来先请教所有主管，伫温玉琪议员甲吴洪波议员质询的时，有伫划手机的，请站起来。站起来，有划手机的站起来。哦，为了公司划手机的举手，大家拢为了公司哈、哦，来好，小等人事你家己嘛，你去查出来，所有拢家己出来，所有拢家己出来哦，写出来讲你到底到底是回什么手机，根本都无甲这议员控制间来，嘛藐视议会，人你即阵你也查袂到你也无，得划，为了一个好，创安尼起起啊，我看到安尼忍袂掉啦。无必要安尼，大家互相嘛，是安尼，因为要用安尼做呢。我看安尼，我这三个无你话，这两个有影，这个无你话。这是你创啥？我看无。好啦，请坐啦，吼、哦，啊，该莫安尼啦，莫讲人伫质询，人伫，你拢是我人未质询，你拢问馆长吗？唔安尼做啦，好吧。后来我先请教咱那个高局长吼。咱消防相组对宜兰管有几队？目前有主席张议员，那个目前有100多队。100多队。对，100队。100几队。100整。刚刚100。对。好。啊，那他们的这些服装要更换的时候，时间上有没有规定？我们在目前是做编列预算，但没有硬性规定说多久要这个替换，由这个守望相助队视他们实际的状况来申请。好，那为什么了哈？为什么超过5年以上没有换的就有16队，超过10年以上有6队，就是为什么他们不没有来申请，还是你们有什么问题？为什么不发给他们？跟议座报告，这个是守望相助队的，他们要申请要购买装备，是由他们主动来提出申请，然后我们再做这个是他们实际的需要，然后这个。但是为什么有人反映啊？说请的是100套，结果你们说我只有20套的钱，为什么？跟一座，我们没有说100套或者是20套，而是说今天如果这个守望相助队他提出需求，说我有多少的队员需要买什么样的东西，要多少这个件数，第一个看他们有没有符合我们相关的规定，比如说每一个人每2年2500有没有达到这个超过这个限制，然后或者一个队有没有超过这个30万的这个限制。那为什么10年没有申请，就很奇怪了。这。因为每一个守望相助队的状况不一定。你像珍珠他就97年7月到现在。那他们有为什么没有提出申请？这个我可能要再跟他们再询问一下，到底是什么样的。外面这样子风风雨雨干什么？好像是我们没有钱给他们啊。对，你应该要把这些事情彻底了解，要给他们知道，我们其实是你有来申请，我们都一定给你的。好不好？好，我们再去了解一下。预算不够，你应该反映给县长嘛，好不好？对，我们会去实地去了解一下。好了，你请坐了，你请坐了哈。哎，我来请教哦，那个咱的区局长哦，咱的 EMTP 呀、啊，宜兰管了几个？报告有9位。啊，9位。9位。是。啊，你甲看安尼。这个比例分配的到呀？目前是壮伟、罗东、东山、礁溪，还有勤务中心都有人。苏澳有没有？苏澳没有。没有。
好，我为什么这样问？照规定啊，消防单位你要为那一些消防员做好救护技术员的训练嘛。啊，你现在看起来我们这么多的单位只有9位，就是一个单位分配1位，你也不够吧？对不对？啊，你有什么打算？主席，包张远 ，ENTP 是教官级的，他是集中训练的时候才请他们来当教官。另外就是说，我们现在每一季都有请那个 ENTP 到各分队去，针对个案指导同仁啊。那这个部分因为 ENTP 他训练的时间比较长，所以这个部分你又我们会来继续加强。以上报告。啊 ，EMT1、EMT2 有贵。所有同仁都有 EMT1、EMT2 有190位。对啊，啊，你这个部分甲既然有分配，甲你这里迄啰 EMTP 要加强啊，因为咱遮的病院准是讲人新北市甲台北市，人迄啰病院是拢这里好咧，人因的训练，对唔？新北市400多个咧，对吧？因300几个人的人口，咱40几万人的人口，300几万人的人口比起来，你甲看恁这高个，是要安那样啊？卖讲大型的啦，你若真正要做较有专业性的物件，都反正我去都甲你做，啊救袂起来恁倒代志啊，对不？咱政府爱担起责任啦。哦，你应该要提出你的计划，要安那将咱。宜兰县伫救护这技术员顶端的训练加强，对不？高级的救护技术员都是 EMTP。是。你要让院长知影讲这代志，你要安怎做？对唔？你拢无提出，当然你即马拄上任啦，但是你嘛做过副局长嘛，哦，希望你会当对这个部分会当阁迅速提出你的计划，加强训练这技术员。我咱宜兰县民，甚至讲来咱宜兰县发生问题，即个病患会当伫初期受到较妥善的照护，甚至是讲要甲病院讲出讲，这个人的病症是啥，伊嘛才有再来讲，无只你看要安怎做，好不好？这里拜托你了哈。啊，我来请教咱的陈局长吼，本是咱们。几点靠咧？你要记咧吼。啊，结果你办了三款，你拢无法知影咧。谢谢那个张议员哈、哦。那个昨天晚上我们那个在8点多的时候哈、哦，那我们的人有4个人到现场去了那事实上我们也在脸书上面有看到啊某些人。那个泼出那个，龙德工业区的这个附近的状况哈、啊，那我们的人呢，其实稽查到大概9点多，那个也进这个台化厂里头去看他的这个操作情形啊，那初步没有办法查出他在操作上面或者是机械上面的问题，那不过昨天的状况呢，的确是在那个天气这个下雨之前哈的这个扩散情形不好的情况之下哈，那这个部分呢，我们会当作是一个案例。你的意思我应该要用的就对了，你意思就讲我应该用的就对了，你讲那个天气的问题嘛，是不是呢？我请教你，来我请教你，咱的二个工业区内底污水处理厂，即卖进行啥款？我们电机拢去查了哈，最近阮我讲最近，你莫讲电机啊，我拜托你安尼搁加拖。电机的意思就是，电机的意思就是包括最近了哈，啊，最近阮发现伊伫这里那个化学吸氧量这个部分有超标一件的情形。我即卖就甲你讲，你的工业区的迄个污水处理厂咧。你的工业区的污水处理厂在汽水当中啦，吼，啊，汽多久啊？迄落预计地面的部分其实拢还搁在整理嘛，吼，啊，围墙也还未做好，啊，所以因为预计啦，吼，因为预计希望会当工作在6月会当开始正常运作。管道在第一届做5年过5工，
啊，这届已经做一年过五计划，今三站嘛，差不多一天啦。这几年来底，县长你就任无偌久，就是去龙德工业区的污水处理厂去关心地方人村足关心的污染问题。你啊看，六七年来，确实你的工业区一个是私人公司，恁会有安尼吗？恁会有安尼吗？实在拄啊，吴议员所讲，我实在心肝咧淌血咧，目屎流滴家己阿肚内落去。院长讲我到你底啊，我若甲恁讲，恁拢讲阿肚啥，我就甲发。我爱不一定是爱发，发是啥？是手段而已。我爱是今仔日的问题解决了后，明仔载会减少，甚至无去。院长你知影？我是爱安尼。你二十四小时的人，那么这人甲恁卡，遐人你创啥？我唔知。二十四小时伫客栈的人到底伫创啥？我唔知。迄内底遮济，拢像迄落死臭味，谁来安尼？唔是宜兰县，安那样啊？空气是安怎？天气那个热的时阵，就是一个鱼仔头，你无吹好生气，就是臭啦。较简单就是安尼啦，对唔？你若水沟啊，歹扫歹洗。最近嘛是臭啦，遐毋是宜兰县啦，台北市就是美国嘛同款啦，美国嘛同款，毋是讲宜兰县安尼啦，但凡咱讲较歹听啦，无要紧，咱家己门关起来，家己检讨，毋是讲叫你就一定只工程我不到无半间，无叫你安尼做，嘛无一定大细间，对就对，毋对就毋对，你歹干咩嘛会杀你啊？我阁讲一个笑话互你听。小明提顿来，国语一分啦、啊，数学零分啦、啊，用顿来四分隔壁去甲作家王拍干呢。我来这里，我阿爸唔知要甲拍者安怎？叫阮阿爸来讲一下，小明，你文科还是比较厉害啦。伊安尼用慢骂行出来讲啊，那我家教这阿爸，甲作家拍到要死，我安尼一分无甲拍，从伊刚开始拍拼。我想要讲这個。你有问题，你甲了解有问题，你甲斗辅导，甲斗处理，会当改善，这才是重要啊！你怎嘛跟我讲去打一间甲看？啊，吵你一间吗？我实在感觉爱做迄落啦。立法从宽啊，要执法从严。你若讲立法从严，执法从宽嘛，迄拢会使啊。伊毋是讲一个迄落底啊，一条钉条，我一届尾就甲你拍着一摆，要甲你拍死，不甲拍无，不甲拍无，啊唔好啦，对无？六七年啊，到即落阵啊，搁咧试车，照常甲抽起来顶硬，甲你讲甲抽来搭平面你话，我讲安尼唔对嘛？你要讲个？丁议员对为了物质处理场的关心，六七年确实是无唔对啦吼，但是我玩弄你啊。丁议员的意思吼，敢若想讲做。啊！阮对工业局，伊要做污水处理厂，唔做处理厂，是阮的责任啦。不是，我实际上，我跟你讲，你若别人安尼做是你安尼，我即摆讲你安尼，你袂迄落去就对啦。我跟你讲啦，你本来你就是爱甲讲，你这袂使，你搁拖来遮袂使入面，你搁入面啊。是啊，这个代志我努力做。你搁搞这样怎？你讲。这个我努力做啊。你要搞这样怎？你讲六七年啊，你要有在做啥？你要搞这啥？你讲。我跟你讲两句啊，你要搞这啥？你讲啦。但是张议员讲的意思，敢那是讲，伊立即物质处理无做，是阮的责任吗？我来要馆长做主，我若讲你安尼袂使，你要紧。喂，六七年啊咧，你竟然就照常甲放我安尼跌落，你著私人公司你卖啊卖？我问你啦，安怎？问你安尼袂使哦？你委屈了？奇怪咧啊！我自前甲今咧甲你问伊尔，啊你著遐委屈啦？安怎？我冤枉你啊！呀，你是来看你正经，你有够讲你讲你安尼，你就遐艰苦。讲你无欢喜。啊，你讲你无要紧啦，你无你坐啦，我免讲你啊啦，我即摆开始拢无要讲你坐落，我无要讲你。你拄啊手机啊耍五句，我就是你啦，我你讲啦，就拍啦，你我敢讲你啊？你倒甲你讲两句啊，你啊啦，
啊，无胆拢卖讲嘛，无紧啊。你若讲啊，跟我卖讲啊，我今从安都刷到有啊，对不？啊，馆长，我无我卖讲啦。最近啊，那跟恁讲两句啊，恁都安尼。啊，馆长，恁的部下安尼无适当啊。大会主席，我看张议员关心这个议题，应该咱要为着这个代志哈，同齐去量得强。嘛去李德强，拢去甲即个做当地的一个视察。当然是我会记哩，咱有一个要求吼，因当然是嘛甲咱答应。我记跟咱伫选举的前一年去吼，选举前一年都要担负迄个奥地做主席的时咱去。啊，伊本身甲咱答应讲，因会分两期来做李德吼，所以伊请咱讲两点卖那个下动手吼，啊，咱当然是讲好，你只要。那臭异味当处理，卖好民众啊，感觉啊，咱刚刚区的这个啊，这个污水处理拢做无够，甚至排放的标准，至少嘛要交代过。啊，咱里边咱那阵啊，我会记哩，除了啊，这个工业局嘛来甲咱讲，讲因要答应咱外久了吼，所以这个部分他都跟我讲啊吼，所以当局长甲咱环保局的同事要有一个体认。就是大家即马伫讲的，大概就是，民间的标准，你也是公家的标准，也是讲大间的标准，也是小间的标准，任何的标准应该拢爱共款。吼、哦，我想张议员伫质询的目的也是安尼尔啦。啊，对于工业局这个部分，因为管理中心即马，既然差不多邻近的民众拢有这种的声音，我希望讲会后，吼、哦，会后我也是爱去现场一届。啊，必要的时阵啊，咱请。要求哦，工业局要到场，当然是给咱答应这个基点有做到。那做不到，我看咱都是大型事后哦，无第二句话啦，安尼才会当服众。啊，甚至你伫公家机关先处理，伫只厂商才会当有一个啊，这个警示作用。啊，甚至咱这种的标准啦吼、哦，社会才会当信任啦吼、哦。我想，咱即马目前啊，卖互社会讲咱跟咱伫官好心吼，啊老虎都不打。啊，咱嘛要找几家好来拍看卖啊者，所以我想这个决心嘛，大家到会当提出这种要求啊，我们绝对不会马虎的啦吼。所以另外所讲的这个方向，甲他都要跟议员讲这个方向啊，我体会到吼。啊，这个部分我再来做积极的一个处理。啊、我希望讲这个计划处能够安排时间，我们在会后就安排，然后到实地到。工业区去了解它污水跟整个管理跟服务的情形，因为现在大家所在讲的这个臭异味、哦、基本上这个事情、啊、咱如果没做一个及时的改观，我们为了这个事情、啊、在那盘旋、哦、没有办法做咱这个应该更积极的这个事情，我看我们也不得了、哦、所以这个对着工业区周边乡亲上关心的几项事情，咱一定要有那个决心、哦啊、先做几件、哦、大家会当放心啦吼，这个部分我会当在这向张议员甲桂花啊做一个这种的这个态度的一个宣示吼。以上。好，安尼感谢请张秋明议员吼，卖生气啦，因为吼、哦，质询是一定要甲质询啦吼，啊当然啦，希望拢咱官员啊一定要做一个尊重啦。我咧讲啦，其实。大家做了这么久了啦，犯了事实，有什么委屈？有什么委屈？你嘛，难免在甲讲嘛，也无要紧啦。我对你什么失礼，你嘛，当然免甲讲嘛，无要紧啦。你要甲挑衅，还是要甲安怎？我冤枉你安怎啦？我问你啦，对不对？你搁较冤枉，我所讲这啦，真正甲你，互你委屈，我不会讲啦。就让你，你只是甲吓大声，我无互你骂啦。恁甲放牧安尼，我唔好讲。你若好像馆长安尼讲，多事实来甲做一个了解来做处理，对唔？无你都我抽在遐，到尾啊就搁臭嘛是怨啊，阮大弟弟啊，对不？你将心比心呐、啊，啊，这落代志讲，我来嘛多久啊？我嘛去内底原住民呐，我的土地用征收去啊，啊，阮委屈伫迄个所在，我嘛知啊，我著家己无法度，我就委屈伫底啊。但是，阮总是反映事实，恁嘛爱以同理心感到想才对啦，对不？嘛无啥，你嘛无永远做局长，我嘛无永远做议员啦，对不？啊，讲你两句，你都遐无欢喜啊，啊那，
对不对？不要生气。馆长，我想安尼啦吼，无讲这代志，嘛是爱搁讲啦。一直讲到交通的问题啦，大家拢一直想讲较紧的要从无管台铁路高架紧的做，也直线铁路紧做，也是讲这代志线拓宽、基隆达、基隆公路，也是这上好就搁开一个啊迄落。雪山隧道安尼吼，安尼搁较会紧，安尼较免伫遐堵车。啊，这代志有几样代志当然爱做，但是不想要另外爱家己做参考，就是讲，咱每一个这个转运站去到附近诶，参照罗东，要去到东山、三星、五结，宜兰要去壮围。要去银山，打开要去头城，这部分伊来会当反向的，搁较紧做加强。那安尼，咱第一个，咱家己乡亲的轿车，甲奥特曼减少。第二个，外来游客，伊感觉讲我嘛真歹停车，我就是公共设施的运输工具就好啊，我免安尼，搁。遐烦恼，我来坐开车嘛，较忝较危险。这部分我嘛做建言吼，会当讲除了恁伫台湾后生啦、生活的接驳啦、观光的接驳、甲医疗接驳之外，再会当阁加一寡。哦，那安尼像东山迄两台尔，点外钟一撮，啊，你讲再处理，搁倒转来买菜倒来，没有通啊资本啊。哦，这是伤长啦吼，伤长。希望讲会当搁较迄落啦。啊，另外，我搁要搁讲的，就是咱发扬的问题啦吼。你登革热防治顶关，我有做一个建言，讲跨科室一定要加强。凡是恁嘛伫笑讲，吴大姐，阮都伫做啊，啥你讲？我甲各位讲，我现在要搁提一件，因为去年两个风台，一个叫做。咱的苏迪勒就做杜鹃，放台耍。啊，去年我拄第一小组，啊，阮召集人就邀请阮讲无来去爬来看。啊，正月十八去看南湖两间行啊。三月十六，搁看四间。哦，去南湖两间，去办两间。结果。环境卫生，使人不敢乱搞。迄、那、落、個、风台所飞来遐物件，就是伫咧办公室的边啊，都做办公室的窗啊，竟然嘛无啥不是。水沟啊，水沟我歹去，落落啊，水未通，我甲看啦，迄拢陈年啦。啊，陈年安怎？就是咧生蠓虫嘛。这网堂不一定订啥人啊，订老师、订学生、订家长、订去送回的人，甚至订厝边头，拢有可能。所以我是安尼想，这些人拢要做一个动起来，包括乡镇、市公所，包括咱所有的乡亲要动起来。若要动起来，看卫生局、看环保局力量是有限的，所以每一个。出息，要强心来去拍拼。咱嘛无希望讲登革热伫咱宜兰县来讲，啊，佮放炮啊，佮烧金蕉啊，大家观察。希望安尼会当佮落实。我要佮讲一条，就是讲布袋莲佮扶贫的代志。咱每一年开会伫布袋莲要佮捞上来，遐钱有较济。咱嘛每一年拢受到布袋莲佮咱粮地真艰苦。予咱一挂水沟无应该堵水起来，甲咱堵水起来，本就意味咱的水利这边、干部这边做主体嘛，把紧爱滴农业、水利、顶管的水沟，看到细细长啊，都来看，甲卡起来。迄人村啊，若一斤100块，嘛唔通即人村啊一栋100。啊，现在我讲这个话。你同我去甲看，52家迄个所在，单就是啥布袋莲的迄个繁殖场，就作为
育种的地方啦，不但拢伫开紫色的花，单台要繁衍下一代，明年一定还有很多的布袋莲漂浮在河面上。这是其中一个问题之外，搁一个问题，边啊有人咧做田的所在，因啊确实遐无提，无人乌甲要死啊，竟然煮遐物件拢甲留落来人来底，情何以堪？那像安尼落去了后，你甲看上尾啊，大家拢艰苦。我唔盲讲这个代志，卖讲当年搁多特别搁讲，会使伫咱即届机会内底各处室。大家共同合作，将布袋莲的危害甲降到上少。我一个代志就讲，东山乡靠山区的村里，亲像东城，亲像咱的做安平、太和、中山、大井，这几村拢伫山脚市。无一条水沟，就是架建的，要流一水也出问题。架建即马建设处有真负责、真勇敢的做法。你原本的水沟倒伫流，我会再甲你认定你流。但是伊爱流一支管出来外口，那卡数罗天公路，我罗汉公路啦，罗汉公路会当做的时阵，做水沟的时阵也甲流出来。这就是负责任的做法，但是农地都无法度做。农地我嘛希望讲，县政府提出担当。这本来就是咱将来政府无作为、无担当、无工作。你这两撮要共要求讲，一定要有水沟才会使大排，我感觉无理啦，无理。若有水沟，伊歹大排，拍钱，咱无准，迄就是迄路。但是伊真正有影，有诶安尼，像即人怎落安尼，雨一个落到底，底底啊底内底安尼安尼安尼，插一滴，伊硬蛮讲要起一间来住。那安尼，是毋是咱请县长、县长这边、县政府这边，会当真正好有一个机会，莫讲因安尼，伊希望一定留空，因为希望那留空，人生久久啊几十年，滴。阿公期待期待个孙，过我像我安尼六十趟，无法度。要个母嘛母无咯，大家呢，大地落底安尼艰苦济寡啦吼，这点嘛个来特别拜托啦吼。啊，个一个吼，拄啊有滴讲到慈心花朵福啦吼，我嘛要直接我提出来甲教育处个讲一个，二零一四选举年，教育处真有担当。三班要加一班变四班，迄两村仔知影已经出问题啊！竟然即两村仔两年啊，拢无反映事实，无互县长即爿知影，讲这里遮尔赤要的代志，是安尼免较紧来做。有到尾啊，拢无去想就对啦，拢凊彩就安尼，我就反正啊，来迄落来去东山国小共招教室。哎，我看到迄，毋是迄款诶做法，你毋知恁倒一个人想诶，对？要我甘愿要来，甲创一个自豪舞台，要甲多创一两件，要甲多两年啊！我嘛袂，对无？嘛袂定伫内底迄落啊，上课伫风台内，咱全部袂伫底啊上啊，啊来拍歹就拍歹嘛，对毋？啊遐拄好即两年拢大风台，你拢歹去想，竟然就是安尼甲安尼罔甲过啊，罔甲过，对毋？对不？就是安尼，我是感觉恁即届都莫阁安尼做，无甲明年即个代志阁发生啦，哦，阁甲大家拍歹了了啦，这是一定要注意的。过来，恁即个宏图跑道啊，拢是地方一直伫过变的代志。恁的跑松老掉遐代志，暂时要甲提倒去哩。像落雨久长，顶悬上车梯。囡仔摔甲直溜溜，啊，拢毋是摔着学生啊，安尼毋摔着怎？学生啊，都因遐老师拢叫袂使耍去过过啦，拢是外口人来伫遐行，啊，出者跋倒，对无？恁啊，小想啊，咱即角遮都已经遮尼迄落个环境，对无？台北贵阳个季节内底，
拢是遮尼济代志爱做，我嘛唔望你讲小事过看，甲风雨操场同款，对无？你要甲结束，甲在决定，唔得还佫想着。迄根本就唔是因有，我到底若讲迄个做起来，像即落天啦，要台底拍一球，要算一，牵一孙仔来行嘛，爱行哩啦，对无？迄落同款意思啦，恁迄个可以思考一下。啊，佫来一点代志啦，你莫常常讲做，反正我甲你减班，你就无当读，你就去想办法啦。像青教国小啦，青教国小当时规划规模是偌大，你嘛知？你当初拄你做局长，当时还有一个教练段还未使去。目前厝起偌济，你有去遐计算？恁即当初还过来是讲伊迁户口迁偌久？迄迄个代志，你去甲思考较久长者，唔通无到尾啊！真正真正来买厝的人说爱去罗东读册，爱去别里遐读册啦，是啦。这少讲思考者，哦，我唔蛮讲即个。这个部分啊，会当伫处理到你，大家拢会当用心吼，过来用心拍拼啦。啊，东山河吼，流域内底啊，伊目前看起来，咱做那个部分，它一定态势负重。啊，你甲看头甲尾，不管是北石到罗厝入来好，林和源老厝出来好，或者是讲。咱国较内，咱吉日干迄边遐个代志也好，金厝金庄遐个代志也好，真济拢需要各单位互相去思考。啊，我刚特别讲讲，啊，但迄都75年，都最后收成较大。啊，处长安尼讲，哎，看起来都要用哩。无听候有一天未用哩个时阵，咱无未雨绸缪，发生大代志个时，卡头最先个就讲啊，要早起当中啊听张秋明个话就好。已经都上万了吼，亲像富隆路二段一段，二段那阵开好，一段是联络咱宜兰市五街甲咱东山一个参罗东一个重要的道路。你本身做乡长开始甲担，规划嘛拢规划好，经过几个处长，那咱这边佫提出东山乡亲那佫提出的时阵。就过来，甲佫较干部者，啊，干部较担，讲一级一线，一级一架线，呾都好啊，看起来敢那面，你有甲看？迄两条是叉线，叉线，你无法到一级一线，你佫落去嘛是要行富隆路，才法到入去咱五个市区啦。哦，我唔忙。莫讲想一个办法要甲冻掉着，唔忙新政府会当伫这个部分干到三工，互阮乡亲所期待，才发到真正有一个唔忙。像230线，伫宜兴桥往南北部，往去到梅雅湖，这条嘛是非常重要的道路。但是建新线。新政府到底有偌大个财力、魄力要做，我无清楚。你甲看，东山乡其中有一条咱东西乡个道路，别个通做，我讲东山一条无做。即马就讲要甲第二个延伸线相合，我嘛唔忙啦。馆长甲咱相关处室相当个机会，甲反映。第二个延伸线尽速来定案，我望伫五届的20天的副大门，落来到东山的台球线，即搭会当优先来开票，互咱真正要伫第二线疏通交通的时阵，即条作为优先计算，做优先计算。当然，230线拄我讲的。宜兴桥去到迄个所在，那么后迄个一段，万五万会当跟重视。我即摆来讲一个服务态度啦吼，服务态度其实是非常重要啦。人你要叫人对你安怎，你要先对人安怎啦。人甲人做伙靠感觉个啦。这段时间以来，本身所听的非常济。毛人家，我的当人因，你看起来不像议员，
这什么话嘛？什么话嘛？这种话讲得出来？对，我另外一个议员甲问讲，啊你议员你捌几个？我新来的哪个都不认识啊，这还阁真好，乖乖。像我那行路过，咱的人有当时啊也袂插潲哩，还是讲有当你啥人，我来知。啊，我的感觉唔是讲议员，我唔是讲议员都安怎？那对议员都安尼啊，对别人我咧讲更加害啦。哦，安尼讲较快。你甲想讲，那靠出席内底，就是我嘛捌安尼啊。你铁路去甲行行到因科顶面啊，因科顶讲，哎，我错一个，我想要错一个，大家嘛拢有看我入来错一个，啊，我咧拢无甲你打招呼，我咧甲你讲啊。啊，这部分，警察局上严重。啊，这服务态度，吼、哦，这服务态度。啊，我是安尼想。恁遐上严重。我是安尼想，每一人拢同款，尤其咱即嘛，我是要讲这些，要讲，咱真侪物件是委外，尤其委外部分，迄人为人哪会知你是委外？人作客气啊，讲，来遮坐遮坐，我啉茶。哦，我袂使坐嘛，袂使甲恁啉茶，会撇笑的，哪有说到代志？甲你来遮坐啉茶，都安怎都会当放目个过嘛？唔是嘛？对无？你若讲直接入来内底讲啊，这代志是安怎？伊还有迄个空间啊无？然后迄个空间，你有迄个直接上认定讲啊哦，即个我有你机会后抓来，我唔嘛，会使哩，那袂使，对无？我这我嘛提出来，甲大家互相鼓励啦。不然我甲馆长，我那当场个过啦，互伊做镇长。我做乡长啦，啊，我是较含慢，无都做县长尔，吼、哦，啊，但是每条做啊，肯定我做议员嘛，同款啦。每一个人演的角色，伊即马做皇帝，来人啦、啊！我老妈讲，哦，来，伊话来人啊，来人，你来上来，你废话嘛，只要有人话呀，对吧？机关啊，哦，来，每一个角色都爱扮演，啊，扮演的好歹，唔是咱家己看尔，别人众人伫看，哦。啊，我感觉我伫即阵，我给你良心，哦，啊，有各位无爽快，马达书记也甲讲啦，哦，何必要去出现无真好诶一个现象啦，吼、哦，啊，我讲到这了，吼、哦，谢谢。感谢吼，张秋元议员吼，安尼，佫两十分钟吼、哦，啊，即摆我，啊，下课。啊，那我们。休息三分钟哈，等一下换我执行哈。别讲啦，我卖讲，讲个拢袂听，你啊，你卖讲一个袂听，你都要讲。我讲。靠，三分钟就都。有你真，你莫讲啦。啊，你讲几点钟十分钟？讲先讲。别个搞笑，我先。我给你先讲。开始啊！馆长哈，副馆长啊，秘书长，各局处的处长哈，处局长哈，啊，各位同仁，我只有几啊条哈，我必须要探讨一下哈。第一条就是咱这个伫遮哈，馆长啊，农舍的问题啊，我是希望讲你不要小看农舍的问题。哦，农舍我是希望讲，甲创一个较有规划哈。
啊，咱宜兰县建国的这个农舍吼，现主席啊，拢还阁无一个真明确的这个办法吼，通去遵循啊。我想是不是吼，拜托县长会当安尼吼，规划一个较正确一个，或是要到底用中央的，还是用咱当地吼，啊，很明确的把它规划出来啊，给他们留一个。卖过好一个空箱的一关那个空间，哦，很明确的把它归还出来。你个想看，即卖百姓讲起来真可怜咧。恁一个规划，这个都市计划啊，你也看卖，都市定位，恁讲咱打像咱家的，即卖咱这家，这较早嘛残，公园嘛残，单位嘛拢残，拢提残去甲变建筑，即卖主席的机关用地，也公用地真侪种的用地，包括咱。公务机关遮所使用的用地，嘛是同款拢用田来。我今仔有一块田，啊，我要好啊规划，吼，我要好啊运用。当然做生意的这部分，咱来加强看要哪个处理。但是啊，我是感觉讲，这不要给他有那个浪费那种另外想的一个空间，可以很有规范的，甲咱宜兰县真真正正，吼，像你技术甲二组起来，宜兰县内底的这东西啊，袂过安尼。恶化下去，每个演戏讲安尼乱七八糟，哦，这个很好。但是要那个规范一个讲真真正正正确的这个方向，吼、哦，啊来有全民来遵守。哦，这个农业农社的问题，吼、哦，甲农地使用的这个办法啦，我是希望讲县长你这切实来做，吼、哦，卖个因为安尼你来，予其他官民啊，啊，祖先对你有真济想法。哦，啊，造成对你的名声无好，哦，这我是希望，哦，真用心甲关顶啊，我也希望讲你好啊，你若真能讲要阿答复，我希望你用视频甲阿答复。第二点啊，环保局长吼，你真有能力无唔对，但是哦，你袂使讲，阮议员计来质询吼，啊，你用这个态度这样不对啦，吼，啊，今仔日啊，龌龊的部分啊，真正是非常严重，啊，佫无一个标准通去取缔。好、哦、啊，人到也是，哦，臭味都已经烟消雾散了，对不？所以讲，你今仔这个部分，环境的部分要咱来个改善。我是希望讲这个部分哦，希望你要加强训练里面内部的人员。你内底毛人拿着鸡毛当令箭，你拢全委外啊，委外杀去乱搞，像第四台来委外来去什么检查人的电线，人的厝的电人到也嘛死个乌白讲浪，对不？无必要伊嘛滴啊！你想讲今仔你委托迄款了什么检验的？你外口人取缔的部分，啊嘛走入去款石虎港内底，走入去南武啊，人个要开车一定是一个乌烟冒起来，对无？迄拄拄开始了尔，好、哦，按到底下共等，底下共翕，啊，像这款的都不健康的，而且是故意的，拿着鸡毛当令箭，啥哩乱的乱像这個，该这款的人员啦、啊，该切掉啊切掉切掉。啊，该管理啊管理，啊，莫放安尼。好、哦，我希望讲咱大家拢是为了咱地方的环境好。好、哦，这个部分啊，我也希望讲，这个局长啊，哈、哦、啊，环境来保护，这是咱今仔日同你讲的，好山好水的，对吧？哦，啊，我搁一点，我也希望讲你切实啊，伫咱宜兰县的这个，你也看卖，咱常你讲好山好水，品质真好。最近啊，会使讲这个空气的恶化吼。哦已经排名在我们台湾呐、啊，前数一数二的，啊，迄名声足歹，歹无大劲。即卖已经延烧到附近的，像阮水泥厂，拢全去烧遐有诶无哩哩国国诶，啊，拢全去外县市来，哦、啊，嘛有迄款迄落什么，哎，迄款迄落核化钙，啊，听讲迄嘛是废溶剂诶一种，对无？恁嘛是无倒去甲处理啊？啊，中央也阁未使，后面就带有迄落。地方自治法，我们有大有为的县长可以来抵制啊，对吧？人伊管那个花莲，要人发到，那是要发到。人花莲发一声，讲这未使采就未使采。我们要去找法令，那无法令，咱家己爱看安怎来斗制定。我相信，阮这宜兰当人，都会来斗撇讲。为宜兰好，什么都可以无所谓啦，对吧？咱未使讲今仔我了放乱乱啦，哦，我用这个。环境的部分啊，我希望讲咱啊切实啊啊来改善。好啊，对绿能的部分啊，我是讲管定啊，
这人个 U bike 吼，已经用20年啊，人又不爱用啊啦。好，人能够用 E model 啊，啊，我想你2000万啊，3万用啊。好，看会当规划啊 ，E model， 家己咱管全国的这个规个电动车，好，包括电动车，包括电动奥多麦，这个都有企业要回来投资，拢要好好来甲咱员工来做个改变。这个部分咱无需要我开这个钱，后边还佫一个久久长长的维护，甚至还佫开一挂。咱的财政已经这么困难了，你今仔日何必来过来害咱的财政过来雪上加霜？好、哦，我想希望这个馆长啊，这个会当改善咱的空气品质，会当改善到咱的建国的环境，好、哦，还佫会当免开钱，好、哦，由这个人人相当的业者，好、哦、来甲咱宜兰县来甲咱贡献，好、哦，这个代志我嘛甲副馆长啊讲几啊遍过啊，我也希望讲这个部分啊，啊希望提出来吼，啊你来好好来检讨。第三号就是交通的问题，馆长，这个国五赛车吼，一直无多改善，吼、哦，我想这个部分啊，嘛希望你会当啊，好好来个处理，吼、哦、啊，海上的部分啊，蓝色公路啊，吼、哦，这个部分我也希望，可能我十多年来，要甲你要求一个讲迄款码头，安尼竟然咱的县政府一个厝的一个厝的处长，一届换一届过。无一个这条要叮当，一个南澳要停一个这个啊，这个海上旅游的休闲的这个船啊，竟然这个码头安尼唔去处理，啊我啊馆长你嘛怎放伫遐，啊嘛拢无爱插，我就感觉这嘛真奇怪啊，这到底是什么政府啊？到底有没有效能的政府？啊、我希望讲今日馆长，我希望你听了这声音，你好好来去了解一下，尤其是在意人你讲，我哪想要出国？也是朋友来，要甲送一本册，也是送一个哦，这个 DVD 的影带，哦，恁公里数嘛特别少啊。人迄今仔日一个吴议员、江议员，人都我都去摕咧片出来，阿咧来拍大家看，遐尔水，怎么样喜笑于人？这是恁的职责咧，一年拢开几啊百万咧，甚至千万的咧，这个物件伫倒，为什么没有办法拿出来？我都让咱员工、国民大家全民。大家来为咱议员官来宣传，啊来拍拼，吼、哦！我希望讲这个馆长，我希望讲你这爱好啊，好啊好啊来做，吼、哦！啊，过来上重要，吼、哦！馆长，四维航运公司标条甲单码拢无叮当，吼、哦！我希望讲副馆长，你是迄款迄个港务局的一个这个全国的一个李干事，吼、哦，邓干事，我希望我是安尼来甲到推动，吼、哦！呀，咱的这个华联一直要甲咱抢这个利纳轮，走这个石兴的国际航线。哦，我希望讲这个伊在预定7月初是要来开航。我也希望讲馆长你这边车，看是要安怎来甲斗清楚，会当予你咱所这边车来开航，迄对咱地方的经济发展、交通的建设的发展有真大的这个意义吼、哦。这个部分是有关交通的部分啦。哦，我希望讲馆长，咱的地方啊。交通建设、大的居住环境，包括拢是个问题，免咱就来解决。我是感觉讲这啊，是咱大家共同应该爱来关心的一个议题。吼、哦，也最后一项啊，我要请教馆长吼，你搭客的这个休闲度假吼、哦，我听伊讲这个部分啊，你已经共核准，吼、哦，啊已经共核准到私人的诶这个。市的定位啊，吼、哦，我是讲这个部分，我在过去一直坚持希望公办，啊，你今仔讲核准私办，啊，到底原因在倒？我希望讲这个部分啊，要讲清楚说明白，吼、哦，卖讲今仔日，互人有真侪对你的一个这个内底内部的一个想法的一些空间，吼、哦，啊，针对这个案，我嘛深入去了解，有必要时啊，我请政风室，包括司法单位。必须要真正下去调查，为什么今日他进入咱的财库，他进入几啊十亿的物件？为什么你今日？好，感谢林副局长的质询吼。啊，有关拄啊副局长所讲的内容吼，请咱管务相关单位会当做一个适当的处理跟回应。咱即马所来请陈文强局长，时间嘛10分钟。好，多谢哈，主席，
馆长啊，各位主管哈、啊，这个重要事件啊，无讲一下，敢那嘿，就敢那无死来这一趟啊嘞。好啦，差不多这个四天的单位质询十一天，总质询四天，大部分我拢有听一半以上啦。看起来吼，唔是像陈浩山议员甲张老大议长讲的，讲你是好林冲贤时代啦。因为我听听都，大家都文质彬彬啊，啊嘛拢啊蛮就事论事，蛮客气的啦。讲实在啦，所以表示讲啥？表示馆长你也是政通人和啦，掌握绝对的权力啦。所以大家爱是要甲你分食你的权力啦。啊，分食权力唔是歹代志啦，吼，就是讲包括讲大家拢要讨地方建设，这是必然，包括我嘛是同款啦。吼，地方应应该当然做议员就是安尼嘛，吼。啊，所以，迄、那个讲陈议员也好，陈建仁议长也好，是安尼啦，讲实在啦，我嘛知影，伊伫我面头前有讲足侪我的歹话，但我嘛毋是好人，嘛毋是歹人啊，所以讲啊，做伊讲啊，我相信阿扁迄句话啦，就听听就好啦，听袂了啦，所以讲无所谓啦，我三十年啊伫遮，大家嘛讲我哈尼歹，我当时是外歹。我也唔爱，也唔爱甲恁压迫过啥，也唔爱讲甲恁，大家拢讲所有土话拢我做，宜兰县土话拢我议长做，我台北四个讲，我做到一条。我当时捌去甲恁讲土话，土话安怎处理无？袂嘛，我唔爱讲去，我当时讲南阿矿我做，我当时捌关心南阿矿讲搭一间，但是阁安怎？无吧，所以迄种啊，凊彩啦，出在因啦。好啊，只要陈浩山的所在哦，天下是袂太平的啦。啊，只要有老二张的所在吼，伊遐作风如何啦？讲啥怪力乱神啦？所以啊，就一句话啦，好，拢朋友好兄弟啊，听听就好了啦。啊，所以你绝对不是陈福山所讲的贺林冲选时代，你掌握绝对的权力，吼、哦、啊，你政通人和，好好啊利用这两年外时间，好好对观众吼，又、哦、有对人民有利啦。啊，特别是。特别是安那来吼，未来后来管理较好做，后来咱的执政党会咱阁继续执政，吼、哦，安那来做好咱的宜兰，咱的乡亲，咱的人民，我想这是足重要。所有主管我安尼讲啦，就是讲吼，做主管的拍拼，我相信你遐尼聪明，啊你算讲你嘛执较严，副管理有逐项个做乌面的歹脚脚。大家嘛通知，啊，秘书长这老谋深算的，所以你哪有通啊日子好过？我也想讲，因为我也做过一级主管，我也知影讲，啥日子才歹过啦。讲实在啦，这个饭碗也足歹放的啦。那会当的时候，给放书啊，让你发挥一下啦。讲实在啦，我的良心就建立也剩两年外，啊好啊，有几人官民来拍拼啦。啊，拄则真侪人有讲到啦，哦，关键我只也要讲啦。大家都要分食你的权利啦！大家拢要争取地方建设，大家拢爱拍拼啦！啊，要创啊！啊，你一定要有财源啦！免咱开拓财源，就搭起休闲度假区。我个人，我是支持公办的，只要能够创意财源的部分，我们都要来极力来争取。这是我个人坚定的态度啦！哦，这因为我是议长，所以我嘛是爱有一个意思的表达啦！啊，这是我的态度。啊，至于你要安怎决定，甲玉琪讲的，玉琪遐讲的，啊，就讲你的人事权啊，迄是你的行政权啊，啊，当然你去决定啊，啊，历史、人民、社会来公平，好、哦，这是态度的表达啦，啊，无代表啥物。好，啊，我嘛讲一个地方的啦，啊，主管我讲不对啦，就这三个拢真正有影无好意的啦，啊，主管要做好，好我做我共同来面对啊。第一，拍拼恁认真，恁拢无问题啦。第二，绝对是爱用头壳啦。吼，第二是绝对爱用头壳。爱有迄落啦，爱有用头壳以外，爱有方法啦，就爱有方法，一定爱方法啦，爱头壳。啊，重要先冷起来啦，无重要免插遐济啦。啊，要一规工咧开会，啊，要找着人啊，你是往要做啥？啊，是啊，真正有影啦！啊，会也唔人啊济啦，吼、哦、啊，都重要先冷起来咯。拍拼一定无问题，吼、哦、啊，一定要有策略，啊用头壳啦，吼、哦，
这拜托啊，大家拢是要宜兰县是这个县民乡亲来做代志的，大家共同来拍拼啦吼。啊，至于人家即马直直讲啦，程序正义、转型正义、土地正义啦，我话推动县政应该嘛，迄个政策的推动嘛，应该有一寡建议啦。即马咱嘛知影，伊哩我感觉哩讲哦，哦，宜兰拄好伫遐三镇啊，即马上凄惨啦。我们真的面对太多的压力，因为你都农社的问题啦，吼啊，即农社问题、农民资格、民宿，吼啊，甲即马房屋税加成，在在拢是伫啊那个冲击着。咱较早咱上西东的支持者，当然毋是真济。我即我昨下嘛甲阿财相骂，阿财讲啊，民调起来绝对声望愈悬啦，因为你才两千几户内底台北人也无爱占，占六七成，你嘛啊剩几百户啊尔，我拄拄甲你得罪拄较好啊。就是唔当安尼啦，将心比心啦。啊，但是无要紧，你即下就讲啊，改革一定是有一寡困难啦，改革路当然真困难。不过我即下要讲的就是讲，你着区域计划。建筑法，吼啊，地价税，啊，房屋税加成，吼啊，民宿搁营业税，你迄落李立大局长啊，地价税加2000几万啦，吼，房屋税加成加4000几万，啊，无一定扣袂着，即摆遐济迄落新福的嘛，看起来这都有问题啊，地价税哪拢无人讲话，为啥物拢无人讲？所以你去想这个问题。表示讲啊，你地价税，伊都无做农的使用，还有违规证，啊你加减甲扣一寡，哦啊，大家拢看，大家拢扣着，啊你啊房屋税加成唔着，唔是啊，无啦，有一只扣咧重个10几万啦。咱宜兰只一只正路迄个叫啥名？民宿迄个，迄叫啥名？迄出你刚对着我，我咧阿讲啦，伊讲伊几千块，怎啊变成10几万啦？啊伊是迄、那个。民宿是休闲农场，啊，休闲农场，伊讲种作，啊，种作还佫分作，是种作会使生产的树啊，哎，佮是算是讲做，啊，迄毋是景观，啊，迄边加啥？这是实在是，我感觉是安怎讲，袂晓讲啊，不会形容，有较含啦吼。好，我就即个讲正义，讲你推动政策的正义，安怎正义？我有一建议啦，房屋税加成啦，农地地价税征收啦，最起码7-8千万啦吼。除了你统筹，你县长当然爱啊，人就我起来，看要人2成、3成，甚至4成，出了6成，应该是全款全量，嘛无一定爱乡镇市公所，我县长拉起来，你莫逐年吼，农业就甲你骗一个1000万啦，地政就甲你骗一个1000万，啊是要做啥啦？我遐路，我有讲主编就做错，路有冻死鬼，路拢空空，开70年，民国车子做到即嘛。啊，所以你嘛讲一年我都骗三两千万啦，吼、哦，3-4千万啦，4-5千万啦，自家钱你统筹啊，人一挂起来，厝呢就是甲骗咧地政处，骗咧农业处，可以改善农咯。关于这是不是当来考虑者？哦，县长真好。大家主席，感谢陈局长的指教。咱啊，伫即届即个农地农用落实的即个部分，所征收的款项。咱一角伊嘛要用个农村，用个农外农业，甲用个农民。哦，多谢。哎，咱个原则安尼真清楚。啊，这个政策不留正义啦，就好啊。三星的问题吼、哦，你也知影啦吼、哦，都确实啦。我咧讲，生态力做的时间错综了来，我有啥物讲啦？讲我刚才无讲啦，是安怎讲哩啦？我生态力做森林公园啦。做20年啦，一年5000万、3000万来客，嘛唔是有些去做馆长，靠森林公园啦，那有生态力做啦，迄无阿龙啊靠遐啦，拢把因东山人咧创咧伊个啊，嘿，啊，佫唔是安尼尔，嘛啊，当然这是咱宜兰人的公园啊，宜兰人在调啊，嘛，公共事委员部长啊。嘛，毋是尤锡坤做行政院长，有东山火车站开20几亿吗？你是有可能吗？所以我们只怨叹啦，怨叹我们朝中无人啦。我看我的选区，啊，隔壁宜兰三星做啥？啊，就农社诶，房屋税加成啦，地价税扣啦，哎呀，啊做啥？其实啊，其实三星你事实讲嘛，无啥物当我做，你嘛袂使怪你啦。就定下阮家己人做馆长到即马啦，啊，我无啥当我做啊。好啊，即马有一个安农客啦。哦，安龙街，阮遮也真拍拼吼。
我们的自始至终，我尽量讲哦，我尽量希望讲哦，有限的政府资源哦，会当延伸到无限的民间力量啊。所以，我那是一直家己咧拼，所以我真少找，我会当找，尽量卖找。三星高中棒球队得全国第一，世界第二，我家己拼，无管参会，我扣300万，我买车送伊啊。三星高中两台，三星高中这不是在电台，这讲这也无效啦，就是到、哦、这个。大家尽量啦，尽量就是讲发挥我们的所能啦吼。啊，安龙哥，我就一直吼，一直来吵，一直吼，会当用啊。从哦，比如台湾迄个陈阿祥住伫阮家，我就去甲伊讲，他就很乐意。我爱钱无？伊讲唔免。哦，你若需要，我甲你管淡无要紧。啊，真正啊，就是安尼。所以咱即马，我嘛免得讲大家啦，包括恁有权利的人啦，就民间的力量是要好好啊发挥甲运用啦，吼。啊，安龙溪，互弟弟来创，吼、哦，弟弟来创。啊，其实免也无用，搁着加一钱啦。啊，当三种安龙溪、永泉、温泉、永泉副馆长有指示，长春直接会学落去啦。啊，我脚手正好，马上去也整理好啊。就是讲，迄杂草，迄啊，坑下坡，水底底下底拢全草，拢搞搞掉。好啊，即摆希望副馆长你有答应，就是要来一个做一个规划啦，会当就加减来甲做啦，吼、哦。一两块啦，加减先来做，还、啊、是三星的物件嘛吼，啊，最后内管计划处请你来注意啦吼。哦，永泉啊，温泉当然我知，先讲以外嘛，直直讲，即个打起一地难求啊，哇，都挤袂过啦，是毋是？其他的所在，包括讲燕山，哦，包括讲的三星嘛，会当发展做一个较休闲农场式的，吼、哦，较空快即温泉。我是一个未歹代志，这方面请工商旅游处也好，请农业处也好，啊，这个是不是再来要紧一个啦？哦，啊，这馆长也请你交代一个啦。哦，这也免开真侪钱，因为即款拢伫农政，哦，民政处的公共商我一直甲伊讲，哦，是用回馈金等等会使用的钱，弄一卡济啊，拨国有土地，哦，啊，看是要馆长公共组商来经营也好，啊，要委托民间去经营也好，啊，绝对是一个真好的资源，啊，咱就当好好来利用，啊，嘛会当为馆库来这个增加收入。我伫馆长服务时，我规工嘛拢是想遮想甲起笑安尼啦，都一直想要摕国有土地啊，讲实在啦，啊，国有土地当时也是破破遐摕无成啊，足可惜的啦。吼、哦，好啊，就安龙溪永泉拄仔讲的，请副馆长拜托，吼、哦、啊温泉。哦，请拄则讲的，啊，请恁哦一动，免交偌济钱啊，弄一口井拨土地，就按咱有资源啊。其他的吼，农路拄仔讲过啦，吼、哦，馆长你也真好啦，吼、哦，真感谢啦。沙洲啊，你看，你过六十年啊啦，沙洲啊车实在行到这啦，你逐工啊弄弄桥，真啊老百姓开始挡袂掉啦，所以副馆长也亲自参与，就是创一下便桥啦。啊，这里再拜托副馆长，再斟酌一下哈。这个沙洲的这个便道便桥啦哈。啊，196馆长，196阿拉伯，196你买啊做多顿啊，敢对？啊，即马定啊，逐工弄啊，定啊弄。啊，是安尼啦。啊，45米的路，啊，其实弄路哈济，啊，头无做来先做尾，啊，车来就放半桥安尼啦。等下，今仔强调等下会见面再拜托一下吼。啊，所以196起起溜溜，敢那去食空的啦，都有的有地，啊有的无地，有的宽，有的矮安尼啦，拢敢那一公一区啦，安尼一脚一脚就对啦。嘛会当有土地啦吼，比如会当土地，尽量啦看会当，吼哪来个计划吼，会当加减196，即摆嘛开始加减读啦，196啦吼。好。哦，一个联络到看有机会啦，因为即摆做甲是结纸厂啊，是做甲文创园区哦，较有机会。但是哦，啊，我这你上清楚啊，必须你安尼判先啊，就是讲做你上清楚，路线是毋是需要检讨一下啦？哦，路线需要检讨，赶紧来检讨啦，啊，尽量啦。我有拄着迄个陈局市长转咱故乡啦，我讲啊，你故乡做了袂歹，你即摆吼，你即摆你核心内底啦，会当话替故乡讲一下话，伊嘛也讲好啦。哦，这你故乡，当然，馆长你若去做交通部长，这代志拢解决啦啦。好、哦，这个来依旧来拍拼啦。至于吼，另外一个我要表示的种，组织编制调整啦，组织编制调整，我无甲你反对的意思啦。哦，党团成员嘛有一寡意见，啊，意见啥？嘛唔是讲
啊，都唔知你青芒、白芒变化多，啊，你就提来，啊，你就提来，啊，你讲开一个什么平台会马仔的，明天早上四点，法规小组。马仔，法规小组。马仔，马仔，法规小组说，你上月大会啊？马仔报的是那个话。马仔报会有大会。是不是呢？无啦，你迄、那个，你迄地政处啊，土地什么科？土地规划科变做自由吧一个单位啦。哦，你建设处灭掉诶，刷两处去交通处，交通处佫甲警察局啊佫摕一个项来斗，啊斗变叫变做一处。哦，啊你土地规划科变做自由吧，虽然有适当无当然，即有贪，即因为阮也无遐尼详细去了解啦，啊实际上。那我较知影哦，嘛要检讨我感觉啦，有理无理，因为我伫民政处服务过，我就知影讲，实在你想看卖啦。好像是说你咧讲要改啦，讲两三，我底下是咧讲要改啦。啊，你即马，你即马有能力做加工，我都主任才剩两三个啊尔。就阿花嘛，佫无做了，剩两个款啦。啊，你无一做一遍甲处理你俩，该当要一个数啊，两个数拢无要紧啦，嘛要我个人想哦，一个数倒啊。陈冠民所啊呢，啊一个所，啊何建科嘛并入，从赤山科并去洪地所同款啦呢，事前同意啊，无你讲何建科创啊，都统筹解说、统筹发展、统筹的事务啊，伊要管何建所，上面要管，啊伊嘛无，啊嘛无啥物同我管，啊旧何建科啊，入来，这何建事务所，啊就一所就好啊，改做一个机关，嘛是有可能啊，有可能嘛，嘛是会使讨论的啦。啊，譬如讲，这天常来你讲啊，啊，讲伊这个原民所就爱升级做迄个原民局，啊，去开会走的，较有对准，较有地位。咱伫遐服务较久也知，毋是制度啦，是人的问题啦。啊，就都伊拢无袂好势啊！你说是，你何里改做馆长是嘛无法度啦。我说你讲，何你来讲，何做馆长去升级上官啦？嘛，不一定有法度啦。嗰是人的问题，用什么人的问题啦？所以哦，啊要我想啦，好，你啊改做一级官，就叫这人去做，安尼咱就有信心啦。啊，无你啊讲做，唔是叫对人哦，你我讲你改做总统府也同款啦。嘿，我认为讲，啊，譬如讲，啊，咱讲事实啦，因为我较知，我民政处我较知啊，迄、那个客家科了。一年办三遍嘛，啊，天川日嘛，因迄落童话季嘛，三山国王啊，三山国王就庙的，敢个一般庙的，尤其恁遐庙的创嘛是安尼啦，创长大拉的，就安尼。啊，实际上你讲要安怎？啊，你都为着讲客家的重视，啊，就来创。这一般啦，全台湾拢起笑啦，我这政府也无啥好啦，啊，组织愈精简是愈济啦。哎、欸，啊你不如你客家客家变成讲迄落啊，少数民族什么事务所啊，啊叫这人去做啊，代志咱解决啦，嘛是这样做啦。啊，社会处甲迄个卫生局啊，卫生局毋是你讲卫福部要改造，啊当然真繁复啊。啊，其实嘛会使空间嘛在推，民政处甲社会处嘛在去你看阿拉去的话啊。民政署甲社会处，我那去斗斗拆拆，一寡去卫生局，一寡，嘿啦，反正迄不一定对啦，不一定对啦，但是总是有真济吼，需要甲社会对话啦，吼、哦，甲社会对话啦。华都有啦，我也无认为讲华都有，一个华都有，规矩哦，教处改做华都有处好啦。怎么一个华都有弄到我们鸡飞狗跳？那就是大行拢华都有，都爱个。他拢无囡啊，拢要变成文职教师啊！啊，伊还阁去学校去。而且我个人我是感觉讲，啊，既然馆长也是教师，敢真正
拢无人才啊！啊，就一个一个狗，敢若讲一个花刀斧，啊，伊是三头六臂，毋是啦？啊，我们一直讲啊，实验学校啊，实验不起来，怎么会？这个问题啦，这要检讨下面，对吧？我这无理啦，花刀斧，啊伊啊灶骹就灶骹，你讲要灶骹整客厅，讲来创较清气，敢有可能？敢有影？敢有可能？对啊，工厂嘛，毋是今仔才去啊！你著工业区边啊，你哪有法度？毋是讲我无尊重讲环保人士啦，吼无爱宜兰的环境生态，毋是安尼，就是先来后到，也是讲说大家拢互相尊重啦。议长，你重点讲好话啦。哦，差不多啊。好啊，咱拄好啦。好啦好啦，大家拢互相尊重啦。我个人也是表示讲，那干脆啦，交厝改成那个啦，花都有厝啦。这个要都应该有讨论，有讨论的空间啦。佮退有必要吗？啊，无叫伊过去，无叫伊啦啦。一项就拢去设一个分学啦。啊，到处哦，一半互因做花都有厝啦。哦，歹势，多谢好，做大家啦，感谢院长啊，多谢。迄个馆长啊，甲副馆长、甲秘书长、甲恁处局长吼，今仔日院长的发牢骚啊，我发牢骚，我都是。那个正信正言正说哦，总正也袂要紧啦。但是今仔为什么今天吼会有那么多的这个不满意吼？其实是沟通啊的桥梁很差啦。啊，我希望讲观众你能够听得进去啊。哦，你莫想讲你第二届啊，你那安尼都拢 OK 啊，袂要紧啦。吼，啊，我是刚刚讲。阮遮议员当然啊，拢不哩理性吼，啊，大家拢不哩甲恁听，吼、哦，我也希望讲恁嘛爱尊重议会这边遮。你想讲今仔恁这个组织要改变，照你讲起来，恁通分做阮这四组，那得简单甲阮沟通，对无？是毋是后壁会当较好势？哦，我也希望讲哦，哎啦，我是讲都今仔日哦，有多少这机会啦？无哪甲顶两句啊吼，那这样无啥会使啊哈。好啦，阿你感谢大家啦吼，啊，因为吼气氛怕歹，才食袂落吼，因为馆长要请人客吼，啊啦，你要讲者无？啊，好啦好啦好啦，来馆长讲者啦吼。啊，台湾啊，咱陈局长、林副局长吼，各位议员、律师先生，啊，四天的总质询也是啊，这几天的这单位质询啊，啊，各位议员的相关的编制。啊，指导甚至真侪指教啊！我相信，我拢有听入去吼。啊，至于大家啊，不管是有一寡基本的啊，这个观念要沟通，也是啊，咱行政团队啊，有一寡服务啊，我定来讲阮内部确实有检讨。啊，会当伫每一机会听到大家的声音嘛，阮是真正爱听到真诚的声音啦吼。所以，不管。议长、副议长，也是各党的总召，也是相关的议员啊，有真侪这种的这种的反映的声音，我想对阮行政团队是一个真大的这种的实质的回馈啦吼。啊，就我个人来讲，我嘛甲各位，不管是这届也是顶一届，大家做伙啊，我嘛进入第七年，我唔敢讲对政务已经拢非常的熟悉，但是各地方各大家伫反映的这个意思，诶，后边真正的内容，我其实应该拢体会到。哦，啊，当然，县政府的这个局处，这个同仁啊，吼，基本上有的确实有影较咬文嚼字。啊，对着真侪，咱行政单位爱为人民服务这个部分，甲解决问题这个部分啊，今次是阮一个真重要的课题。所以各位所讲的这个部分啊。啊，我呢切实来做一个这个过进一步的准备啦吼。啊，所以阮大概伫六月底进前，阮家己主管来开一个共性营吼。啊，包括为阿未到位的主管，阮想办法快紧的补到位。啊，对于各位啊，这段时间的批评指教，啊，阮绝对会落实啦吼，会落实。因为真紧大家搁拄着了吼，不管临时会定期会，我相信这机会。大家有真多的这种的反应吼，啊，表达，我相信对咱宜兰县整体啊，会当代表这是一个民主多元的声音啊。我徛伫
啊，伫咱一个真优良的这个传统的基础顶头，啊，阮绝对愿意来接受大家的啊，这个建言啊是要求吼、哦。啊，当然啊，真感谢大家这个花完这个时间啦吼。啊，我伫遮嘛，最后大概借几秒钟来讲，等下这个公情私语沟通绝对不是只有在议事厅或者是在啊这个正式的场合啦吼。待会应该我们这个会议的延伸哦，啊，继续个沟通啦，啊，咱都就用议会餐厅哦，希望后一个场处的沟通嘛，希望大家都能够参与哈，啊，我们继续把这个沟通的平台搭构好，哦，啊，邀请议定会一定要各位议员啊，甲咱议会各位同事哈，会当同齐啊进入议会餐厅哈，进行后边的沟通哈，谢谢。好，感谢县长听到进去哈，啊，都啊听真正几位哈，那个咱明仔吼，明仔啊十点吼是咱的法规小组，啊明仔下晡啊那会务大会吼，啊今仔真感谢大家啊，尽量有沟通的平台吼，会能够更好的气氛。谢谢大家，今天的会议到这边结束，谢谢。